驾驭长中短，驾驭色彩，驾驭风格都很强，所以会不一样。对 ，OK 啊 ，OK， 我们开始分区了，好吧啊。好，家人们，我们在分区之前的话，一起分享一下直播间啊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没有加入粉丝群的伙伴可以加一下粉丝群哈，但是一定是关注还有加入粉丝团的伙伴才能加入。每天直播都有通知哈，就不会错过每次的直播。就没有加的伙伴赶紧去加，把本子灯牌打出来哈，一起杀出来，家人们。你们想看我用这个头发剪短发吗？想不想？我都可以的啊。我还是有两把刷子的，能不能听？我不怕的，想的话，你可以陪我熬夜，我把它剪个中发，我们还有长度再剪短都可以，都行的啊。只是我建议大家，这个头发你做可控的事情，你剪短很容易不好剪。我真的可以满足大家的 ，OK， 我现在开始分区啊，点点赞啊，两万的点，然后分出中线之后呢，分出中线之后，然后这个头发呢，我今天先剪前区啊，因为剪长发、剪鲍勃，所有的都是要先剪层次，再剪外线啊，以后有时间跟大家讲为什么这样做。好，我分出前后发，做一个垂直分区。给兄弟们发个福袋哈，对，一起发个福袋，加个团哈，把马甲双起来哈，就粉丝台双起来哈，加嘛一起。现在大家生意好吗？大家，我生意还可以啊，谢谢你们支持，好多我好多韭菜啊，课程都很满，你们生意好不好？聊聊天好吧，大家啊，这边分出前后发，这边也分出了，不好啊。不好就不好呗，反正开心一点就好了，我不会给大家制造焦虑，不好你就晚上学习一下呗啊，练习一下。还持续着啊，还能维持对吧啊，好加油嘛啊，分出一个前后发，把后发夹起来。今天呢我会正常剪发呢，是从后剪到前，从静态去剪到亮感，去剪到动感，今天我是从上剪到下，从前剪到后。反过来剪，生意都被做教育的拉走了，为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这么讲？生意都被做教育的拉走了，什么意思？我们的客户不一样，我是做教育的，你是做店的，为什么这么讲？没听明白你的意思啊？准备进场打螺丝了。好，所以不管怎么剪，大家先想到形体，大家觉得这个脸型。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把脸型全部分离出来。所以我说呢，越剪短的时候，其实年轻的小姐姐很容易剪丑。现实当中，小姐姐其实更多剪的最短的到鲍勃、锁骨发、长发比较多，对吗？大家，说实话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那为什么？除非一句极具个性的顾客，比如说风格比较明显的，比如说像郭采洁这种剪短的，就属于超短发了。所以大家想要拿捏小姐姐，比所有长发、中长发的美感必须拿捏。剪长发呢，更多的是头发长了，远离方圆三角了。剪长发重点就是在层次以及流向上面做文章，有没有听明白？理解的扣理解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设计归设计，今天的设计的方向是轻欧美质感的鲍勃，所以在这个逻辑上面，这是风格。那功能性是两个维度，功能性就比如说脸型的不满意，头骨的不满意。今天头呢，我是要剪这样的一个形体，要把头拉长。大家觉得他的脸型需要修饰吗？大家觉得？好，需要修饰的伙伴打需要。如果现在我问的问题不是风格，是功能性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脸型需不需要修饰？其实这样的问题，大家要学会问问题，直接把话题甩给顾客。其实抛问题，抛对问题对业绩也很有帮助的啊。所以我可以问一下模特，帮你们问一下，我们也不要自作多情，大家说好吧啊。你对你的脸型需要有修饰的地方可以跟我讲一下。颧骨吧。颧骨对吗？对。
他觉得颧骨过高是吗？啊，颧骨过高，听到了吗，大家？他觉得颧骨过高。那有的时候颧骨是很漂亮的啊，我们就要释放出来，扬长避短。那他像现在觉得颧骨过高，干嘛？过高？我说我是很过高的。下巴偏短，偏短的下巴会比较可爱啊！大家看一下啊，下巴，我们抬一下头看一下。其实中庭偏长的人气质就比较，他觉得下巴有点偏短，所以我们想要下巴长一些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OK， 两个问题了啊，第三个，我们看上去所有的脸型都觉得脸型要瘦长好，对吗？大家啊，他的脸型呢，其实属于偏。方形的对吗，大家啊，偏方形的啊，对，纵向偏短，横向偏宽，所以我今天要去把它纵向拉长，对，纵向拉长，然后刘海和下颚线，我们开始走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你看，你看看我开始剪啊，这个剪很舒服的啊，我们把头发完全的梳到自然垂落。其实修饰颧骨呢，颧骨是力量性的东西，外线是放硬的还是放碎的呢？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就是对比法，大家打出来，对比法就是如果颧骨是力量性的，外线就要硬一点，把它比下去，如果你外线剪碎了，其实呢就会颧骨会显得更厉害。还有一个就是长度可以遮盖啊，直接遮盖做一些氛围感的东西也可以。而我今天的长度呢，选择遮盖，就是我会放到下庭的刘海啊，继续保持中分啊。OK， 我把头发梳到自然垂落。好，先剪层次的啊，梳到自然垂落，我们开始剪啊。如果觉得声音小的伙伴的话，把自己那边的声音调大一点哈，加班哈。我这边的声音已经到极限了啊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声音比较小的伙伴可以调大一点，你再往上面带一带，麦这个，对对，往上面这个衣领上面带，这个耳麦有点，这样可以吗？不用谢，没事啊。好 ，OK， 我现在讲的都是功能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去走啊。大家打一个一点放射，大家打一下定点放射啊，定点放射。我先剪层次好吗，我先得到我的形，我会剪一个微线啊，就是把所有的发片往中间靠，然后呢去把这个骨骼平衡掉，纵向拉长，对，因为它脸型的比例横向偏宽。好，美女低点点头，谢谢。开始剪啊，梳到自然垂落。好，一起在公屏再打个开始哈，家人们哈。老学员扣个9，我看一下有多少啊？老学员学了三阶段的啊，我看一下有多少啊？老学员，对，看一下啊。上窄下宽，定点放射。好，继续。现在呢，这个是层次啊，这是层次。好，大家注意看一下啊。OK。好，我需要保留一定的。质感，就是这个头发呢，大家注意看，我要先剪重再剪轻，能不能听明白？有人说我话多，然后我要不要把它拉黑？要的可以打要啊，我不喜欢别人教我做事，在生活当中没有人敢教我做事，他教我做事我不晚上不也寂寞吗？晚上睡不着，这个头发10分钟都剪好了，那我快剪好之后，我又不是来表演的，我要跟大家唠唠叨呀，讲讲技术啊，对不对？我晚上不也寂寞吗？真是的啊，给他一次机会是这个意思吧？好的，
好，大家注意看一下啊，它的脸型立体感比较强，所以呢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会先剪层次和设定刘海的长度。看好啊，这边是层次，大家看好啊，拉出来这个发片，就是这是前面的方形，这个是后面的方形，这是顶部的方形，这是顶部的方形，这个是。去除，这是45度，这是0度，A、B、C，就是呢，我会先干嘛呢？剪一个方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看到，把这个名称打个看到哈，家人们回顾一剪一下，个前面的方，前面的方形啊，以及我设定刘海的长度。这时候剪方的时候，头位一定要平行，看到的啊，看到，啊，看到的啊，就我先剪重。先减重。那老师，你为什么不减45度呢？那太重了，有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啊？那太重了，那这样0度了啊。你把头型想象成四方盒子，我先减重，以及我设定刘海的什么呢？长度。发片与地面平行，切口与地面垂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度啊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的长度最终要到下庭啊，要到下庭看一下啊。把这个其他的，把乱带节奏的人直接拉黑啊，伙，拉黑掉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因为这个直播间现在气氛不好了，有很多人在这里。觉得自己很优秀啊，拉黑掉，大家说可以好吗？老学员、老粉丝啊，拉黑了啊。好，继续，大家注意看一下啊，就是现在这个长度呢，我觉得略微还有一点长，等一会儿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啊，走掉。这样哈，我们给这边发个福袋，没有关注了，我关注走一波，没有分享直播间，一定要分享一下直播间，还有加入团，每次直播都有通知家人们哈。一起去商议一下，左下角有个福袋给发给这边，可以去商议一下，知道今天晚上的主题。我 好，现在我们得到一个长度。牛逼的人说我不好，我就拉黑，对吧？是的啊，我是小克拉咪啊，对，我是小克拉咪，所以你可以换一个直播间。我只能让我的粉丝喜欢我，喜欢我的人打喜欢，我要挑拨离间，让你们在直播间干仗。你看他们贱不贱？比我还贱，对吧？他们都打喜欢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啊，继续走掉啊！好，现在我们剪了这个这样长度。好，接下来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先剪重的，我得到长度。接下来一点放色开始继续走，放色。一点半送我家吗？左下角有个福袋，一起去参加一下。所有伙伴要记清楚，科学剪发，垂直、水平、斜前、斜后，放射性线不可以剪堆积，理解吧？啊，我就是教科书，开玩笑可以开玩笑啊。我现在是剪去除，动感区转角线以上是不可以用一点放射剪堆积的啊。现在是左右，大家看清楚，我取出一半头发作为导线。我接下来把所有的发片垂直进梳，然后呢，再带到第一片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的指尖要与鼻尖保持平行，看到的啊，看到啊，现在是横向空间。继续 下一片，放色。
直接跟线剪就可以了啊，直接跟线剪，一点放射去剪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大家组一下，还是全部的靠到第一片，看到了吗？大家，很多人伙伴告诉我为什么要靠到第一片，我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就是我要用微线的理念。在头顶剪的，对吧？啊，这样呢，它就可以扩出这样的形体，就是让这个宽的脸拉长，同时呢，这个左右的空间往这边带的时候呢，可以保留更多这边的头发去做修饰的作用。啊，这样呢，这么长的头发，客人落下的头发呢，一定是落在后面的，对吗？大家啊，看到的啊，看到，这么长头发不可能落在前面。啊，不可能落在前面。我会获得一个前高后低的外旋，跟下颚线正好是大概夹角在30度左右，45度，这样可以使下巴显得更长。然后我选择遮盖头骨的逻辑，把它盖住。啊，现在我们继续走啊。继续走啊，姐妹们，左下角有个福袋，可以商议一下。就是想要看每天直播的伙伴的话，可以去加一下粉丝群。有粉丝群的话，一定是关注还有加入粉丝团，好吧？大家打一下，先减重再减轻，大家打一下。好，这一片大家注意一下了，接下来一点放色，它已经这个区的头发是转角线，这个是静态区的头发，啊，这是静态区的头发啊，注意看好啊，我还是通过一点放色到侧角点。看得到吗？啊，侧角点，继续的，还是全部带到第一片。那脸宽的人，大家以后记清楚了。我们的底层逻辑就是要拉长，就剪三角形。脸如果长的人，就要增宽横向比例，全部带到转角线，剪方，剪方，能听懂的扣一。脸好看的人，就原位去剪。剪圆形，剪圆形打开，这个就是用形体和流向来控制纵向的比例。继续，好，这边还是一样的，全部把它拉起来，全部带到第几片？第一片。大家记清楚啊，这个时候上下的技术。使方去除，使方去除，但是左右的形体它是三角形。好，正常的逻辑，大家一定要记好一个细节。这个头发刚刚我在往前带的时候，动力学就会往后走。真正这个头发自然垂落是在这里，对吗？所以这里的长度，转角线下的长度，我是先保留，等一会儿再做外线。这不是我最终要的长度，理解的扣一。继续，理解了，把扣一扣的扣明最后一片侧中线，理解的扣一啊，希望大家能理解啊，开玩笑归开玩笑，过了啊，我们好好学习好不好啊？继续，还是一样的侧中线，还是一样的，全部去定点移位，移到我们正前方的鼻尖，美女定一下头，哎，定一下都就抬着。就抬着定住啊，OK，定住，继续走掉。今天这个剪的风格一直在的伙伴就知道，整个头都要用直角切口，必须要保留角，千万不能用圆切口啊，因为风格里面只有曲直。我今天的搭建也是用三角形和方形，千万不能剪圆形啊，理解的扣一。切口就两种，一种曲线，一种直线。好，我这样剪完之后呢，大家会发现，正常模特脸不是在这个地方的啊，会落在哪里呢？会落在旁边的。现在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当头发真正的自然垂落会摆在旁边，我们获得了在这片我垂直去检查的时候，是技术上下，对吗？大家，啊，这是垂直检查。垂直检查之后呢，这边是上下的技术，
就会得到反头型去除。看到了，大家看到一个反头型去除啊，一个反头型去除，就是全部带的第一片的反头型去除，就是拿走最多的亮感，创造最强的动感的，且能把头变得最小，就把这个转角收掉了。如果头瘦长的就剪方形，好看的就剪圆形，理解的扣理解。那我们会得到，我说先减重再减轻，大家打一下，先减重再减，最终我们会得到这个底下的头发不是我所需要的啊，不是我所需要的，在转角线以上的长度是我所需要。我先把这边剪完啊，快速的剪完，对。我们现在剪另外一边，哦，家人们没有点赞的话，一起点点赞好。先减重再减轻，等一会儿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啊？其实大家知道一个点，擦一下。为什么我先减重再减轻呢？我问大家，先减外线再减层次，和先减层次再减外线有什么区别？回答一下。我剪啊，我不动，我继续不停，继续的一点放色。所有的老师剪头发的技术当中，只有线条堆积去除三个技术，是不是？永远老师都叫大家剪技术的时候宁低勿高，剪结构的时候宁方勿圆，对吗？大家。很多人说先剪外线再剪层次不容易剪缺，其实不会剪头发的人即使剪了外线再剪层次都会剪缺，是你吗？真正技术好的即使先剪层次外线也剪不缺，你相信吗？所以很多人不懂，对吧？所以要记住我问的这个话，我现在是先减重再减轻，对吗？马上我跟你讲一个道理，你就明白了这个区别了，因为很多人讲不好。继续放色，转角线一点一片就可以了啊。继续走掉，拉出发片，这个区一点放色已经跨越了两个区了啊！这个是转角线下面的，真正这个头发的自然垂落就在这边。现在我是偏移过了，最终呢，这底下预留了长度，再做二次提按，因为我是反着剪的啊，先剪上面的层次，继续拉起来，然后带到我们鼻尖的位置，横平竖直，机位都不对了，怎么搞的？你在干嘛呀？把发片要舒展开，不要揪在一起啊，揪在一起会有重量线。OK， 偏移以鼻尖为基准啊。对的，伙伴，今天是长发哈，对，长发。不是长发啊，来晚了对吧？好，继续，最后一篇是侧中线，最后一篇侧中线啊，还是一样的，全部带到我们的鼻尖中心线的位置，好，大家先把打出来，先减重再减轻，打出来不要学，学什么有什么要学的，不需要学的伙伴啊。发片梳展开啊，学的又没用，你叫他们学习干嘛，没什么好学的。
好，大家注意看一下啊，最终我是先剪完，这个是转角线，最终这底下呢不是我要的最终长度，我现在只是要头顶这一块，头顶这块。好，我们先剪重再剪轻的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从这个自然分配侧中线这个位置呢分完之后，接下来我先剪这90度的，它会有一定的亮感，外线不会很轻，看到的大家看到，看到大家看不会很轻。那接下来呢，最终这个长度肯定是往旁边的，不可能这么走的啊。这个时候我只是做一个三角形的形体，接下来我再减轻，再一点放色，方形有几个方呢，这边一个方，理解吗？这边一个方，前面的方，后部的方，顶部的方，还有这个黄金点的位置，侧方。接下来在逐渐的往上拉的时候，大家看好啊，头这一节是圆的，然后呢再剪一个提拉起来，垂直转水平提拉起来，往上提的时候注意掉下去一半突出的位置，然后再把可以理解为在顶部剪了一个，再剪一个相当于顶部方这个感觉，这样层次就清了。那拉到原来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角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这个角保留着，这样呢就外线，这样就既有动感又有外线的质感了。听懂的扣一，听懂的扣一啊，能不能听懂啊？能不能看到？如果你直接剪层次，剪顶部方，发尾会稀碎，会稀碎，能听懂我的意思吧？啊，那我接下来会用这个导线去带后面的这个做导线，所以呢，你仔细发现我没有完全剪到顶部方，如果我完全剪到顶部方的话，层次比例太大了，就动感了，后面的导线不够。今天的主旋律是不是以质感为主？能不能听明白？理解的扣一。理解的扣一。理解了，换扣一，扣内功比较简单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内部既有层次，外线又有质感，就得到了啊。也可以理解为在这个后部我们这个地方剪一个方形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个地方枕骨底要剪一个方形堆积，这个腰线建立起来之后，然后再剪去除这样的一个方形，就由 B 到 C， 上面动感下面质感，上轻下重，理解的扣一。换一个面也是一样，理解的扣一。今天在风格里面千万不能圆，要有很多角啊！我说了用三角形和方形搭建啊，很多人不要自以为是啊，听不懂就学会看，好吧？看不懂就换个直播间，因为我剪的已经很标准了。继续第三片，这是转角线啊，继续的拉起来。继续的拉起来，对的，非常棒啊 ！OBK， 如果拉到顶部方，那质感就会丢失，动感的面积太大了。是的啊，而且呢，要理解这个点。我们再继续提拉起来的时候 ，OK， 还是往中间偏一点点，一直掉下去啊，这个掉的地方掉下去一半的位置，继续把这个拉掉一点，给到足够的一些层次。因为想要头，大家听好了，重点，大家打个重点，想要头变得小，想要头变得小，天花板一定是反曲线，只要转角线上面剪堆积，头就会蓬出来。那老师，你为什么一味的去把头变小，层次剪高之后风格就变了？因为今天是质感短发，听懂的扣一。按照理念功能性剪就应该剪反曲线，剪反曲线可以把头变得更小，极限，但不能剪啊，能听懂吗？
能不能理解？对，很多人听不懂啊，因为一开始设计的时候不在。能啊，能理解，这还可以啊，能理解啊，能理解就非常好啊。继续，我以为我讲的不清楚呢。啊，接下来继续的在这边放色型，再把这边放到转角线，放到转角线。那如果客人回家，今天你设计的风格是动感多的动感中发鲍勃，是不是可以剪顶部方？那层次就更大了啊，也是可以的。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的风格是什么啊，垂直转水平，继续的靠到第一片，还是一样的往下掉 ，OK， 好，掉到一半这边掉下去就可以了，这样就保证了外线的质感。继续把这个做一个相当于提升层次一点点。阿虎，我现在没有分享了，我分享一下直播间吧。不是，我是机位可以吧？这样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真实的看一下。我们的外线不会很虚，也会得到一些些的外线的质感啊。我看一下啊，那这么长的头发，剪头发都是服务结果的，我最终设计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中分，它不可能落在前面，落在最终落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落到旁边，对吗？大家是不是落在旁边，对吧？啊，落在这个旁边，落在这个旁边，让这个空间极限的干嘛呢？变窄，还要保证和后面的过渡比较好。美女看镜子啊，极限的变窄，让它的形体先出来。我稍微扩一下，看到的看到啊，看到的家人们一起打个看到啊，家人们啊，就是我刻意的抓一下，让你理解形。理解吗？啊，我看到了吗？好，好，看到了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是转角线，转角线这个位置不要去做这个事情，因为没有意义。来，听懂了打个 soga。因为这个头发我重新保留它长度，然后再干嘛呢？对，去做外线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把中线分出来。说干什么呀？说干什么？我这灯牌点亮一下啊，慢慢玩一下啊。这头发其实很简单的啊。好，接下来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找到侧中线。对，用指位往上移两指位。然后呢，偏水平往前分出来。水平通常都是技术里面剪质感的 A 的，斜线剪堆积，垂直创造动感类的发型，形状里面通常剪完是没有流向的，通常都是剪方的，斜向后剪圆，斜向前剪三角啊，分水平，加干净，看到大家看到，好，在正前方这个时候，你们一定要记清楚，只要是在生活当中。这种腮帮子比较大的脸型比较宽的人一定下面不能剪轻，听懂的扣一，只要你下面一剪轻，等一会儿就头重脚轻，会极丑无比，理解的扣一，越收就会显得这个地方会越大，最基本的设计啊。所以再讲一个点，你们可能没有听清楚，就是亚洲人头骨都是扁平方的比较多，你会看到全网这个中侧线以后后发是不是斜向后剪的特别少，因为斜向后一剪的话容易在正后方把这个头的横向比例下面收窄了，
就会显得横向后面的骨骼就会更宽，导致你看到现在全网解斜向前的比较多，因为基本上上面宽，下面窄的比较多，理解的扣一，能理解的扣一啊，早点睡觉吧啊，对，去睡觉啊，听不懂你早点睡啊，OK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侧过来注意做底线，做底线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啊！大家打一个关键，大家记清楚，先减层次，第一个好处，以后永远记住减中长发，先减层次再减外线，因为层次和底线之间就是比例，就是你切到这里，这上面的落点落下来。它就是比例，它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连接，一种是不连接，就这两种情况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切这个底线，直接会决定今天的比例。第二个问题，大家一定要听懂。除了这个底线不断，除了这个线条不断的情况，这个线条怎么去定的时候，也要看清楚。我们这个脸型的横纵比例，所以这个外线呢是非常重要的，能听懂吗？大家啊，外线是非常重要的，对，所以大家注意记清楚啊。好，OK，那定这个外线的时候，我给予大家一个参考标准，因为我们呢是更多的是以人为本，我把这个围布拿下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继续把这个层次把它放到旁边。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底线，今天这样的一个底线，你一定要记清楚，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底线，所以我建议呢，就是你今天以质感为主，所以你实的比例要多，虚的比例要少，而且最好不要超过脖子，要低于下巴，在这中间去走的时候，有时候以下颌线、以鼻尖、以锁骨一半的位置都是可以的。这个头发呢，一定要注意记清楚，建议尽可能的放长，但是不要堵住就可以了。来，理解的打理解就可以了，好吧？OK，等一下，理解吗？大家对，脸型越长的，纵向越短的，把它切成一半一半的比例，切成正方形的；脸型宽的。对，尽可能把纵向拉长，所以也没有违背我一开始头顶剪三角形继续拉长的逻辑。对，OK，把这个人拉黑掉。好的。我拉黑人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打可以啊，我不想看到这个人。好像自己很厉害一样的。大家打可以，我拉黑人。你知道我要拉谁吗？拉黑的，别惯着啊！拉黑掉了啊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中线往上爬两手指，分水平，然后定导线。好，美女抬一点点头。这个时候呢？我们今天的外线一定要理解，其实外线只有三种情况：你们剪长发之后，剪爆脖之后，要么就往里面包的形体，圆的；要么就是一刀切的；要么就是往外翘的。今天最不适合往里面包，要不然我不可能说今天头上全是角，一定要有角，因为今天是轻欧美质感的发型，理解的打理解。所以呢，大家听懂这个点啊。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头抬起来去剪的时候，美女抬一点点头啊，这一刀非常重要，这一刀剪不好，我今天晚上就翻车了啊！你们要看这个头发，想要比例剪好是很难的，而且发量又多，我讲的是真的啊！你认真看一下，拉出这个发柄，梳到完全自然垂落，一定所谓跟头抬着，头抬着的目的就是不让它跑圆啊，要有一个角，而且这个头位大家也要记清楚。
今天我们的方向不能往里面包，其实不可能尽可能往这边倒，因为倒太多了，客户走路最终要回起来，就会外线容易往里面包。所以呢，大家要记清楚，这个头就这么直着，但是前面要抬起来，这样在侧区看呢不容易剪圆，就是前面不容易剪短。正常走路谁这么一天天到晚这样走路啊？谁这么走路？我问大家，也只有我这样走路吧？对不对？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对不对？开个玩笑啊，理解打理解啊。希望有开心有学习，老学员也看一下，新粉丝尽可能把它讲懂，好不好啊？好，OK，那这样，他给到很大的张力，他前发本来就比较虚，看得到吧？所谓分线平，我用力指出去带，然后压紧它。我先放长一点，甚至我手都有点翻出来，大家看得到吧？啊，我手都有翻出来，碰到肩膀就会干嘛呢？会堵啊，碰到肩膀会堵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长度，翘起来，然后呢拉出来，就不容易跑远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先看一下，剪长发拼的不是技术，拼的是美感。听懂了吗？剪短发就不一样，昨天晚上就是拼技术了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比例，先剪层次，外线随便切都可以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我的每一刀都带着仇恨，带着血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廓形，是三角形的，对吗？啊，能看得见吗？好，大家觉得这个底线是长了还是短了？长了就这长短了，将来可以扣在你工们资不上都了。有美感吗？你们不都是大师吗？我是小克拉咪。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其实直播真的其实挺好玩的，大家。有和一点好不好啊？其实，本来生意就不好，对吧？不对啊？晚上你也睡不着，干嘛喷来喷去的，没有意义的，对吧？啊，我讲一点知识，同时不丢失娱乐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OK 吧？老师，如果短了咋办？短了，就再也没办法了。哎呀，其实这个长度我跟大家讲一下啊。够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短了之后，这个面就会，这个层次比例就低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现在这个长度拉起来还算是一个高重心，就是层次的落点和底线的距离叫做层次，我现在还算高的，在一半左右啊，不能太低了，听懂的扣一。听得懂的扣一啊！如果脸型长的，你可以再切短一点；气质好的，那重心也比较低，质感的比例会比较大。它没有绝对的啊，你要去看。好，OK。下一片现场，大家本来就干嘛呢？赚钱比较不容易，所以我们第一片两手指找到导线之后，接下来直接这一片就干到划分线。不要像学院里面一层一层的剪，太麻烦了，直接分到转角线干过去。看到打看到，它的前发有点少，对吗？大家啊，偏窄啊，所以第一片是为了找导线。那在现场，老师可不可以直接这么多一刀呢？可不可以？这是不是转角线，对吗？可不可以直接一刀干掉呢？我问你们可不可以？你们什么意思？讲话。现在不紧张了吧？模特有点紧张啊，他会有点含蓄啊。可以啊，是的啊，可以，可以的。但是在学校里面不可以，在学校里面不讲了啊。所以第一片好做导线，我这样剪头发已经非常快了，能理解的扣理解，已经保证了质感。以及保证的效率了，能不能听懂？如果你一刀切，假设切这么厚，观察头发切短了怎么办？你没有回头路了，所以能听懂吗？
我是老师，好，继续，同时也是发音师，好，继续，不给予任何的提升，自然垂落，零度就是要说到自然垂落，用方形线条去驾驭它，不可以这样，老师，不要，没事，我知道你要的啊，OK， 继续，再梳下来，压低它。我手有点翻，看得到吧，大家？看得到。我抬头的目的是干嘛？大家回答我。想做有钱人是吗？为什么要抬头剪？以后高手就像我这样拉发片，反过来拉，有没有听明白我的？这样子呢，会吗？这样拉发片，知道吧？啊。头发不要弄到了脸上不舒服哦。好的，好，接下来关键，其实老学员知道我们在现场当中有时候是剪斜方，有时候剪顶方，今天是先剪重再剪轻的啊，希望对你有吸收，注意课件啊。好，接下来理论上面，假装我们刚刚开播，这个头发没有。这个头发没有进行干嘛呢？剪层次这一步，完全剪一个中线，这是中轴线，你是不是一直这么去分着去剪？可不可以？大家告诉我，继续的分线和手位平行切皮，对吗？就是我们是不是剪一些小姐姐一刀切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可以这么剪，要分一点放射剪，一点放射。上面是不是动感区？理论上面我今天可能剪不到了啊。好，美女你低头，现在有没有看到这个线已经变成放射性线了？你记清楚了啊，伙伴们，来抬头。如果你今天水平去分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今天水平去分，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啊，就是我们想要保留这个片面的长度以及方形的侧角，你可以提拉起来，这是左右，向后带也会保留前面长度。还有一种就是跟着头发毛流走向梳到这个位置，用切口压低，是不是有两种同样可以保留前面长度？如果能听懂吗？所以我现在分放射性线比水平线更容易找到自然垂落，来，听懂了打个说感，就是我分的是放射性线，然后梳到自然垂落。美女抬头，梳到自然垂落，压低切口剪方，因为你提升往后带的话，外线会虚，有没有听明白？其实你前面已经剪不到了啊，但是上面的层次还能剪到一点点，因为我讲的就是最科学的，没有人可以反驳。你可以把我的话录出来给任何人看，我说的是老师，你一定要听懂啊！多半在转角线以上，越分水平剪头发越不容易找到自然落位。大家打一下，其实剪线条，剪就那么一刀，就是梳到原位很重要。所以放射性线更容易梳到原位，来帮助我们得到这个完整的线条。你提升往后带，虽然会长，但是外线会虚，那不是线条。理论上面都提升了一度。能听懂的扣个一，有吸收的对你有帮助的扣个一。假设我们今天剪个一刀切的发型，有吸收的伙伴扣一扣在公屏上啊。所以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伙伴可以给一个关注，然后的话，因为区分明白了，剪头发就跟呼吸一样简单啊。继续梳下来，然后我梳到自然垂落，我抬着头剪的，压低切口。那这地方的方的角有没有看到？这地方有向前带的边缘层次，其实是剪三角形头顶得来的。这个角一定要保留，看得到吧？看到。把能剪到动感区上面的头发继续梳下来，把它全部剪掉。啊，美女抬头。那方呢就会有角啊，就会有角啊。继续这一片也是一样，假设上面没有层次，你剪零度的线条的时候，也要把它梳到自然垂落，这是左右。
千万不要往这边带着输，你只是会放长会虚。假设今天就减个零，你就输到自然垂落，压低，然后切口减方切口，减一刀切，能听懂吗？能不能听懂？听懂的扣个一，啊，一刀零度一刀切也可以啊。但是今天这个头发剪一刀切的话，其实在设计的提案上面不是很好。我说大量的今天会用到线条和对角，继续去剪，假装剪一下啊，已经干嘛呢？剪不到了啊！我现在剪了几个方了，等于前面剪了一个方，再剪了一个顶部方，再剪了一个线条方，剪了三个方，对吗？啊，继续的梳到原位。好，已经干嘛呢？剪不到了，剪不到就假装剪一下。如果有长度，就在原位剪啊。OK，这样剪完之后，我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角是不是还在这里？看得到，大家看到啊？这个角还在这里，看到了吗？看到，大家看到。OK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？这个时候呢，大家注意一下一个细节，这个头发呢，就我修饰到了脸型，继续保持中分，然后呢，空间的形体是一个菱形，然后外线是一个直的这种状态。然后今天是先减重再前倾，前面外线不会很碎，里面继续有动感层次。通过张力呢，以及里面的层次，它是会起来一点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廓形，好看的咋好看，不好看的咋不好看。接下来剪这边，速度放快，要看一下有没有比例，对吧？就是兼容掉啊，一个逻辑。颧骨会修饰的，脸型的头骨往中上拉啊，继续走掉。OK，这边呢，我们继续的。速度放快了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。好，我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可不可以先剪外线再剪层次？它有区别吗？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值得去探讨？需不需要我讲？需要的打需要，不需要的打不需要，因为人他分很多种。就是我们老师假设模特刚来。客人干了，直接先剪层次，再剪层次，可不可以？是可以的，但是你知道有什么区别吗？对，你要注意到这个细节哈。这边继续的美女抬头，她们需不需要讲？我看不到公屏，她们需不需要讲？需要。需要。大家需要的，先跟你讲一句话。只要剪发际线三指以内的，你以后永远记住了，它就属于什么了？对，它就属于中长发的理念了。所以需要我讲一下，在这个位置，机位啊，我是垂直发片剪头发，垂直发片去剪的时候，决定量感轻重的。并不是角度，而是切口。现在是不是切口？这是堆积90度，对吗？大家，哎，比这个切口决定这片量感的，是不是这片的长度落点？能听懂吗？所以剪长发的时候，不会用到堆积技术比较少，它是用 C 加长度落下来也会有饱满度。因此，我们剪长发的时候，都是在层次上面和流向上面做文章，拼的是比例和设计。所以，我们老师会一直灌输我的学生剪长发，先剪层次，剪的重心和预期的目标不容易偏高和偏低。如果你先剪外线，除非控制比例特别厉害，干嘛？对，才能获得目标的重心。有的时候你这样剪过去，会目标高重心会变低，低重心会变高。能听懂的打听懂。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。当然，你会了之后能控制，非常拿捏了，那你从哪里剪都无所谓。那我们要教的是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像呼吸一样简单，也就是说，构成比例的
就是行线与底线之间的落差叫做层次，一种连接，一种不连接。对，缺一个条件都不行。能听懂吗？所以长发拼的是美感，所以这样更容易获得我们的目标重心和量感。大部分人是听不懂的啊，而且我讲的是最科学的，没有人可以反驳。如果我讲这个点你听不懂，大家打一句你太 low 了，答。我跟你讲一个细节，大部分的设计师剪目标的重心，不管是长发还是短发，技术只有线条堆积去除，你哪怕剪零度，就是大部分设计师剪的目标重心都容易走高，因为你剪零度是不是没有重心的，因为头发头皮会弹上去都会高一点的，何况你剪堆积剪去除，你感觉湿发的时候重心给吹干都会往上跑。来，听懂的扣一，这个再听不懂就废了。我们现在去讲零层次都是这样子的，有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？你目标重心都容易跑高，能听得懂吗？啊，所以你谈什么美感呢？你谈个毛线呀，谈，再听不懂我没有办法了啊。听懂了吗？对，开个玩笑啊。你把这个人没拉黑呀、啊、把他拉黑掉，这个叫黑礼服的，我看他不舒服，他让我不舒服了。阿虎，我知道，把这黑礼服的拉黑掉，我不要来看我视频。发个福袋，他走了立马发福袋，你不允许搞反了，先发福袋，他还在啊。把他找到，要不然我今天晚上什么事都干不下去。先把他拉黑。拉了。拉了。嗯，拉了。那你刚才骗我，拉黑了之后立马发福袋。大家开始抢福袋。我们开始剪。好，美女抬头，抬，哎，对，脸边如何剪的一模一样长？作为一个老师，永远都是把这边放长，我也没有办法，脸边剪的一样长，在现场当中这样比较一下啊，但不要说是我教的，因为结果很重要啊。老师呢，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，因为要把学生教会，来认同的打认同，所以我平时废话比较多，希望大家能理解，因为我想把大家教懂的，理解吗？啊，如果我直接剪，你会出现很多问题。真正学习完之后，你怎么快怎么来，有没有听明白？因为发音师不理解啊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两边的长度，它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会长。对。它不可能短的啊，它不可能短。是的啊，开心一点三太啊。我不想给大家制造焦虑啊。对。你们不会认为我一遍剪不了对称吧，故意放长吧？不是的啊，我是为了教学。好，继续。那如何脸边剪的一模一样长呢？有没有人想知道？一次性就剪好。注意，这边一般的人手位都容易这样的压不下去，会剪成跑圆，前短后长，这个脚丢了。啊，一般的人，你是一般人吗？是的，打是。但是重要吗？焦虑的人他就觉得不重要，他就一天到晚想要搞钱。但真正喜欢技术的人，他就觉得非常重要。来，认同我说的，打认同。人他分很多种的。美女头平行。我讲的话有哲学味道吗？对。对。
你们现在检查一下，现在给你们做裁判员有没有不一样长？我口水都喷出来了，不认识了。如果发现短了，千万不能说出来啊，要给我一个面子，短了我就没办法了，我再来回剪，等一会儿把头都剃光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头位正常的是直立的，是不是？看一下啊，其实真正这个东西，两只眼睛都不一样大，其实只要视觉上面是平衡的就可以了，OK 吗，大家啊？但作为在学院练习的时候，必须要剪得一模一样长，它还是有一丁点长啊，你们没看到这个角，我会把它磨掉一点点。好，OK 了。你们开心吗？你们开不开心啊？开心打开心。好，接下来直接一步干到转角线，直接一步干到转角线啊，开心的吧啊。所以呢，我是爱你们的，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三背后是什么了，我以前想知道，现在我不想知道三后面是什么了。OK， 继续的，还是输到转角线之下，可以用水平去剪啊，更容易建立质感。好，接下来就跟线剪就可以了，好吧？直接的张力压大，手再翻过来，利用头位直立，让它头发干嘛呢？不要往里面包啊，风格不对。好，没有关注的伙伴可以关注走位包号。对，刚刚一直在咨询系统课程的伙伴，稍微等一下哈，先把技术分享一下，然后等一下给兄弟们。不要学的，有什么好学的？反正剪的话就30块钱，没什么好学的啊。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三后面是什么。好，接下来重点再讲一遍啊。一直在吗？有没有新人进来？没有新人我就不讲了。有的伙伴可以扣在公屏上。有的新人打新人，没新人我不讲啊。这地方不要分垂直去剪啊，分放射性线剪线条啊，更容易放射性斜线，更容易梳到自然垂落，满足剪线条的特点。有啊，有新人的。就正常你中线是分垂直剪，垂直剪拉过来，水平切口，水平剪，对吧？这样容易偏移，就是这个头发是放射状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左右想要保证完整的线条，假设上面是长的，其实已经剪不到了啊。你往后带也可以保留前面，但是理论上面提升一度的外线会虚，所以我们可以用放射线更容易梳到原位，然后呢压低切口，保证继续剪方的结构，因为它是反着剪的，先剪层次再剪外线的，更好的控制美感比例，听懂的扣一啊，去睡吧啊，不要熬夜了，睡啊，以后我们会一直睡的啊，人死之后必定长眠，我都觉得活得没意思了，你还睡觉，我们要熬夜让日子变得长一点，认为我说的对的答对啊，梳到自然垂落，压低它，几乎这个外线已经剪薄，继续剪方，看得到吗？大家买剪刀啊，不卖啊，买什么剪刀，没有意义的，不要买啊。我们人活得难，我们就直接开心，买什么剪刀，不买了啊，继续的走掉。那这个是左右的空间的转角线，放射头发下来在上面的，如果是长发你就直接梳到这个地方，不要偏移，这才是原位啊，不要往这边偏，假装的把它剪掉，假装剪一下。你看我现在已经在练习对着空气剪头发，老师白天睡觉，我现在以前可以睡，我现在不怎么能睡了啊！我现在没以前能睡了，我都感觉我的。
不买剪刀用牙咬。刚才那个人找我买剪刀，我说不卖，我有个性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形体。大家打一下啊，方圆三角的形是绞丝旁的形，就是用空间的形，你可以理解。但剪完这叫动力学，落下了一个落位状态叫土质底的形，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形体。然后呢，上轻下重，比例拉长，听明白的扣一啊。老师剪的是 A 方发尾翻翘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你不在啊，刚才不在吗？要讲吗？需要熊老师分享的伙伴打个七幺哈，加麦哈，一起在公屏上打个七幺。其实这个头发啊，结构有局限性，就是我觉得不完美。你们觉得好看吗？这样的，是不是好了很多？与目标方向沟通设计的在这样去走，对吗？但是不行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哪个地方不行呢？就是这个比例还是不够紧，但是我又不能剪反曲线，那我怎么兼得呢？来把牙剪过。那怎么兼得呢？就是保证结构的同时，因为今天是质感比例偏多，所以我接下来会用牙剪做一些破坏性的修剪啊。来把牙剪。你在，老师该吃晚饭了，把这个人拉黑掉。不是，一人一世界拉黑掉，立刻拉黑，拉黑了马上就发那个福袋，拉黑了再发，拉黑掉，然后让他永世不得超生，一辈子看不到我剪头发，你没有机会了啊！饭可以随便吃，话不能乱讲，懂没？好，接下来大家看好啊。拉黑了不好，没气氛，我可以有气氛的啊，没事。接下来你可以把这底下的头发夹起来，这是转角线底下的，保证质感。我需要去用牙剪做一些浮油感，开心一点不挺好的吗？阿松啊，然后呢拉起来，好，这个时候就是结构也有局限性，我继续要的去围绕着我纵向拉长，把头发梳到自然垂落，然后呢就取发片，纵向去取啊，然后过中线，这是中线啊，过中线，看得到吗？大家，过中线，然后做反头型去去除。那等一会儿头发干嘛呢？更有纵向蓬起来的细节这边再做一点点。这个我已经看得到，你们看不到啊。一定要过中线啊，过中线呢就可以保留外面的头发。走掉。那很多时候是要丢弃结构打薄，选择牙剪打薄。今天也是，如果上面剪顶部方，就会干嘛？就会动感，就会少啊。然后我们设计的是质感的啊，因为模特比较高级啊，反头型去做，过中线。这个不是更生危险的啊，是反过来做掉一点点。如果是烫过的，那你就干嘛呢？那你就烫好再做啊，过中线，这是中线啊，继续的反头型去做一下，看得到吗？做掉一点点，感觉左边长了，应该是不会的啊。等会我们吹干看，好吧啊。如果真的长长的，是刚刚长出来的。觉得还是有点，先做一下。啊，这个回家也可以用啊。这个我在大家在打薄，不是为了打薄而打薄。如果比例过了之后，我需不需要这么做？纵向拉长，大家想一下。需不需要？不需要了啊！所以这时候打薄是平衡比例，就是把美感比例拉回来，理解的扣一啊，把它拉回来。
能听懂的扣个一。理解的伙伴扣一哈，家人们。好，现在我做了一些些，是不是好一些？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还要去做一点点啊。所以，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要看到它的比例是不是自己要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，李老师你喜欢啊？你每次不喜欢？啊，扣个一啊，对，这样在兼容结构的时候呢，让它干嘛呢？比例再往上走啊，已经到极限了，再不行就要吹风去造型了啊，理解吗？啊，那头比较的大。比较的宽，好，我们再不断的去波动一下，看一下它的自然吹干的一种廓形的状态能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比例。我觉得这边还是有点厚，这个地方用根深危险，发尾把它留出来啊。李老师在，对，就是顺齐顺齐的，因为我是先减重再减轻，再做点点 ，OK。好，大家打关键，我们开始差不多就可以了啊。还有一种方法，在造型的时候，中分它会容易不增加颅顶的高度，所以可以甩甩大大偏分。就是有的时候甩大偏分呢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可以拉高一个颅顶的特征，有看到的啊，看到啊，就甩大分，让客人在打理的时候可以甩大分，比如说往这边甩也可以，因为甩过来之后它会顶起来啊，这样它的美感，它的一些比例就会走过去，然后脸型瞬间就会小瘦长。能理解吗？能理解的打理解，在造型的时候啊，来，认为能欣赏得了这种美感的打好看，不欣赏不了的打不好看丑啊。我看一下大家怎么样。粉丝灯牌送一下，家人们，没有送粉丝灯牌的伙伴送一下粉丝灯牌。我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啊，所有设计师都有审美能力，但是你不一定有美感，但是有美感的人审美一定不差。你要想去提升美感，先跟一个有品位的老师学习，老师本身的品位就很重要。认同的打认同，就像客人一样的，他有审美能力，你剪得好不好看他知道，他不需要技术。就像发型师看老师剪头发一样的，他不懂技术的细节，但是他能看得出来好不好看。认同打认同，你有个毛线美感。把这个拉掉，什么天鹅湖，他让我去，他骂我是吧？你是不是骂我？这个人叫台湾民剪造型天鹅湖的，你是不是在骂我？是不是？你看着我，骂我也没事，骂吧啊，你开心就好，反正你伤不到我的啊，骂吧。知道你活得比较焦虑，比较辛苦。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能够骂骂我，你能够开心的话，你就骂吧，啊！真的，我讲真的，我不生气的啊，骂，啊，骂的难听一点。如果你真的骂完我，你开心你就骂。说明我还有价值，对吧？你找一个人吐槽，对吧？啊，认同的打认同。这是我的造型，因为裁剪，大家记清楚，形色质，有的时候头发没有质感，就要丢失
用美感，用形体去做。有的时候形体做不出来，没有还原度，就用层次去做。昨天晚上就体现层次的，短发的无敌层次。所以你一定要记清楚你在表达什么很重要，不要一味的追求形色质，有的时候把质感丢失掉，你还剩下什么，对吧？就比如说刚才你除了骂我，你还能有什么？你想一下你自己就可以了。你现在还能骂得出来吗？拉出去斩了，让他永远看不到我直播。然后拉黑掉之后，立马发福袋。你们在笑吗？你们有没有在笑？在笑的打个笑脸让我看一下。如果我让大家开心了，我觉得挺好啊。你们在不在笑？肌肉练的还可以。休一下，我三头马上就要出来了啊。这个马蹄也马上出来了。就他妈随便搞几刀，对吧？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山背后是什么了，伙伴。这个头发烫一下也好看啊，多笑笑。我的胡子修过的。啊，我发福袋呀，发福袋。有没有人想跟我学习的？因为再不来报名，马上后面剪一下就结束了。有没有想跟我学习？学完之后，美感会无敌的提升，长中短任何设计。12天的课程，啊，就现在这张脸，我能把它剪到这个地方，我已经，已经在最大程度的去做了啊，因为我从来不用牙剪，今天晚上都用了，因为我想把它变好看。老师想看一下吹干呀，当然可以呀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裁判员的心理是吧？就看一下，我想让我翻车是吧？可以的，等一会满足你啊，我们还没剪好，肯定会吹干呀。啊，OK。开玩笑，跟大家开玩笑的，一直开玩笑的啊。对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。大家觉得是我先招生好，还是先剪完再招生？后面你们讲一下，我看哪些是好人，哪些是坏人，我看一下啊。就是我是先招生呢，再剪，还是先剪完再招生？我看一下哪些是好人，哪些是坏人。把所有先剪完的人通通拿出去斩了。阿虎准备拉黑。情商这么低。这小子。开玩笑逗大家开心的。其实我不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其实我还是有点品味的。开玩笑啊，这一波不拉黑讲得完的啊。讲一下啊，12天的课程，想学的扣个一，10分钟广告好吗？大家就10分钟，一分钟不多，可以的，打可以啊，10分钟，阿虎发个福袋啊，就是想要学习的扣个一，我讲一下啊，你要喝水吗？喝水啊，没事，坐这里啊，我什么品味啊？应该比你品味好一点吧。抬杠，这个是抬杠的啊。没有啊，阿虎啊。嗯。我招一下生啊，想学习的我讲一下，因为没有时间了，就是16年的教学当中一直是9640。然后呢想要学习的扣个一啊，我招一波生。学完之后呢，从当代经典到商业沙龙。再到风格设计，根据人物风格就可以创造任何发型，模特瞬间都变美了，美感好啊！我知道你是托。
就是现在想要学的扣个一，然后我给到大家活动啊，就是直播间的，跟昨天晚上一样。对，然后呢，不需要9000多，不需要7980，小黄车呢，大家点进去。阿虎，你发个福袋，你跟不上节奏，我都这么慢了，你跟不上节奏。我松抖臂。什么？你没抖臂了。我不厉害，说实话啊，我就是哄大家开心吧啊，偶尔开开玩笑啊，偶尔开开玩笑啊。你发福袋呀？我要松抖臂，等一下。啊，福袋没有了，呀，对，福袋没有了，等一下啊，对，让客服充一下啊。就是三个阶段，广州、江苏、成都，学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创造设计任何发型，对，理解吗？大家长中短人物风格，啊，然后呢？大家还注意一下，就是现在呢，不需要9000多，不需要7000多，就是只需要本爱老师打一下啊，本爱老师打，只需要六爱八零，对，只需要六爱八零，对啊，只需要六爱八零。然后呢，大家不管你做多久，没有校区限制，没有时间限制啊，学完之后，今天你在国内跟我学，应该也挺有面子的啊！不管装 X 还是做什么啊，都可以的啊！我什么人都可以教啊，小到小白，大到沙宣的科班老师啊，从英国回来学习的都有啊，就是大家理解吧啊！然后呢，大家点击小黄车，阿虎你上一下啊。好了。大家点击小黄车，点进去，我给到大家活动榜爱可以打一下啊，色彩老师就是呢，只需要拍完这个小黄车里面的老定，只需要5780，然后今天晚上拍呢，只要5780，三个阶段全部打包，听懂了没有？然后今天晚上拍的第二个优惠呢，送2000块钱工具，对，就是除了没有吹风机，如果拍过工具的把工具退掉，我不是随便搞个东西。就随便送的，除了没有吹风机全都有，听懂了没有？除了没有吹风机全都有，啊，等于花了3000块钱左右学所有的课程。那今天晚上第三个优惠就是送2个经典 ABC，阿虎你点一下，就是基础特别差的，我单报 ABC 呢是要爱九八零6天，今天晚上拍这个再送2个，听懂了没有？对，这个是 i980，对，你可以再带一个人来学习，听懂了吗？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难，开玩笑可以开玩笑啊。学完之后，我承诺你可以创造任何发型，一直可以学透为止。然后工具到校领取啊，现在呢给到10单，跟昨晚一样啊。其实昨天晚上不是昨天拍了30多单，就是拍完之后客服会服务你吃住行。然后大家现在比较困难，拍完之后呢？5780可以分两次付，听得懂没有？就是，先学起来，理解的打理解，因为现在在七八九最空的时间段呢，可以来进行学习会比较好。小黄车是500的老定，拍完之后就可以随时约课了。对啊，理解就可以了啊。对，因为大家都不容易嘛啊，我教你的就是用三个技术。线条堆积、去除、创造所有的发型，以及人物的风格设计，理解吗？大家啊，以及美感的表达。对，今天晚上拍完也可以有36款经典课件。拍完之后，客服会服务大家吃住行，已经卷到极致了，就是相当于你空手过来送了2000块钱，我自己卖的工具啊。如果拍了工具的，把工具退掉。这个人说我怎么没拉黑，对吧？啊，那大家现在留下望台这个发型师，他说我啥也不是。然后大家拍完之后给他看一下啊，自愿做我韭菜的啊，他觉得我啥都不是啊。今天晚上能听懂吗？啊，对你好好看着，看我怎么割韭菜的啊，你是不是很难受啊？就我，对，小克拉米啊，听懂了吗？大家啊。听懂的伙伴扣一扣在公屏上，你不要呼了，你不要呼了，我来呼，你直接维持东西就可以了啊。阿虎反应比较慢啊，就是三个阶段学完之后，不需要6980，
不需要9600次，不需要7000多，就学完之后拍完小黄车就可以服务创造任何长中短发型，可以分开学，可以连着学，能听懂吗大家啊？然后呢送2000块钱工具，对，就是相当于只花了3000多学习所有的课程，然后还送2个经典 ABC， 单报是 I980， 我送2个，对，我送2个，你可以带一个人来学，我给到20个名额，听懂了吗啊？然后拍完之后，现在大家比较难，对的赵先生，对的，一直可以学，没有时间限，现在预定完之后客服就会服务你吃住行，客服就等一下拉啊，没事，等一下拉，没事啊，我先招一些生嘛，让他看着我割韭菜，对吧？他说我啥都不是，对吧？不对啊？有问题。这个淘卡卡呢，我关注过，你是一个做教育的，你的后台我都知道，不要在那里，我都知道你是哪个团队的啊！大家点进去淘卡卡这个人，你怎么没有拉黑他？我以前大号拉黑他，今天又在这里冒出来了。他是一个做教育的，我知道他哪个教育学校的，我都知道，是不是太可怕了，对吧？网络呢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的公关也很厉害的啊。你是一个做教育团队的，你要再搞呢，我就把你讲出来。你再讲一句。所以大家现在报名给这些人看一下我怎么割韭菜的啊，就是我再讲清楚一点，跟谁学很重要，请记住我是鬼手小熊。对的，能听懂吗？我是鬼手小熊，就是大家听好了，什么人我都敢教，要学习就跟第一名学习，你认为的第一名，要不然没有敬畏心，能理解吧大家？我承诺你的就讲到学完之后可以创造设计任何发型，对，什么人都可以教，小到就是所有老学员可以互动一下，我也这个时候需要口碑，因为你能好是大部分希望你能好，大家觉得课程负不负责任，以及值不值，以及值不值，老学员说一下啊，老学员，对，其实已经非常卷了，已经很便宜，很便宜了，就基本上每一个3阶段我上完之后，你听懂，我都每一个学员站在门口送他们回家，如果我做不到我都不姓熊，我是不是这样子的？3阶段每一个学生回家我都站在门口和超哥他们送他们回家，每一天上课有时候上到11、12点，讲很长时间，而且还会辅导手把手，是不是？因为负责任教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今天我们团队能这么火是有原因的，大家知不知道啊？啊，讲这个没有用啊，因为有些人生气啊。好，家人们直接拍就好了哈，对，有不清楚的大家可以问，我给到了20单啊，你看这底下我这么多水军吗？这么多人说好的，对吧？所以我跟你讲一下啊，厚德载物，有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？理解吗？就是你能够好是大部分希望你能好，这个很重要，你们也不需要看底下的评论区，你要做一个思想独立的人，就是我讲的东西你能不能有吸收就可以了，多长时间一直有效啊？小小拍完之后呢，就是只需要，因为要给爸爸抖爸爸做数据，大家知道吧啊，正常是7980，现在拍完之后只需要干嘛呢？5780，还可以分2次付，学会为止，然后到校送你2000块钱工具，学校也要生活，希望大家能理解，我都是直营校区，可以一起学12天，可以情欢啊，我知道你拍了啊，我知道你拍了，对，大家有任何问题的可以问，还有6分钟广告，老师我手抖可不可以学？学了就不抖了，如果真的抖的话那我就退给你们啊，因为我也不缺学生，我想要学生更多啊，能理解吧大家啊？我就随便今天站在任何一个互联网一直讲技术的话，1000人都是随便拉拉的，当然是大家的支持，因为我很多时候直播间就讲很多的技术，对，大家可以分开可以连着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没有校区限制啊。成都现在7月份可以加，成都、广州、江苏都可以。老师你时间过得好慢啊，马就好了，还有5分钟，理解一下嘛，瞬间刚才还夸你，一下子情商就低了。老师不也要做生意嘛啊，希望理解，对吧啊，但是要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啊，吃住行只要50-60块钱，拍完之后小黄车你把这个截个图，还可以带2个人来学啊，还可以带吃住行，客服都会服务大家吃住行啊，对，一天大概50-60块钱左右吧。
拼一下，出来学习不容易。我说了，现在大家比较不容易，就是夏天拍完之后，这个时候学习是最好的，因为夏天嘛，对，最好的时间给自己的规划，但要看清楚我是不是割韭菜的。系统学习就要玩陪跑，就是你不管做多久，从一二三学，你相信有一天你会觉得，今天拍完之后我们见面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渊源。就大家说的第一阶段不实用，以后你会感谢我的。拍了10月份也可以，没有校区限制的，拍完活动就保留了啊。现在还有4分钟福袋，广告还有4分啊，拍完了我看到了啊，我看到了啊，对，灵宝，一起加油啊，一起加油。然后现在还有任何顾虑的，大家可以弹在公屏上面，然后我给大家讲解课程。大家拍完的，叫一下抖店私人客服进来，赶紧啊，阿福。好的。对，现在有任何问，教蓝发和烫染吗？有的啊，不用谢，没事啊，就是大家有问题的可以问，就是学习有顾虑的。现在还有3分钟47秒，还有3分钟啊，3分钟广告。零基础可以学吗？可以啊，杀小到。零基础大到沙宣的科班老师，从美国回来找我学习的都有，我什么人都可以教，我们可以对赌啊，就是有关于剪头发的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如果我骗大家，我是王八蛋。对，什么人我都可以教，对，任何的知识点我都给你讲透，就这意思啊，可以吗？啊，就剪头发，就裁剪这一块。好，家人们，拍过的伙伴没有护法的吗？零基础的，大家就把抬头的 i980，i980，你先学 i980，然后相当于沙宣的经典 ABC，然后你先过掉，再学123。对的，拍完的伙伴在公屏上加一下这个鬼手小熊的助理号，然后客服会服务你吃住行。对的，拍过的伙伴的话可以去艾特一下。现在就是对课程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顾虑的伙伴，对，大家可以问，还最后2分钟福袋啊，广告就结束，我开始剪好吗？大家，老师想问一下，相比中长发、短发，记住啊，中长发拼的是美感比例啊，就是大家要知道，在三阶段，二阶段会剪一款自然微线，就是长发的鼻祖啊，对，就是陈楚薇，大家去世了，在托尼盖里面有一款自然微线。基本上现在我每一期都会剪到，就是最早的梁国华和路易威登，路易威登听过吗？也是我的关门弟子啊，见到我都要双脚跪地的，也在我团队。这次内训传承大家庭又来给我们赋能，也是我弟子。对啊，就是这一款发型在体系里面是一般的都会必剪的。对，短长发就是拼比例，以后有时间讲啊。老师就是学12天，你是看我。基本功不行，阿超从一阶段开始学呀。对，你基本功不行的话，大家要听明白啊，就是你学什么课程都不好，容易忘记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的打有，所以你要把基本功打扎实，不要本末倒置，先从第一阶段当代经典，然后一二三循序渐进，你要相信就相信，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。对，学完魁技肯定要练习啊，就我们老师隔年上课没有手感也会练习啊。现在对于课程不能理解的赶紧抠出来啊。工具呢，拍过的伙伴把它退掉，不要浪费钱。我不是搞一个课随便搞个工具，我们工具拍的话要1780，减掉你拍的5780，实际上你就花了3000块钱学所有的课程，而且一直可以学啊，所以其实相当于赚个服务费吧。啊，就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呢，课程的含金量也比较高，可以创造任何发型，能听懂吗？教你横纵斜，教你线条堆积去除，去创造任何发型。对，啊，不懂的大家可以抠出来，然后 smoking 一下。还有最后57秒，我就下掉了啊，然后我就开始剪后面，然后大家对于我 smoking 一下啊。好，家人们，工具的话就是小老师用的这些剪刀、梳子和这些九排梳，能理解吗？然后我们学校是在广州、成都、空山都有学校，空山的话就是上海的后花园，各位方便都出自安卓手机的就拍这个500的课程老定小黄车啊，然后抖音的苹果手机的就拍链接一这个笔记本就可以了啊。还有女朋友呢推着，那学校不是亏本了吗？没有了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他们都是最早一届的啊。对的，麦克啊。
现在有问题，就是对我们课程哪所个有方面？拍了课程的链接一、链接二的，有些手机看不到啊，然后联系，然后找一下榜二啊，会拉你进粉丝群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真人真心真感受，一起好好学了。对，其实今天晚上这个头发我10分钟就讲完了，故意这么烘托气氛的啊，故意这么搞的，要不然剪很快的啊。拿下他手机，对，还有没有问题？拍完的伙伴截一个图，我就下掉了啊。小小小一，我看到你拍了啊，苹果手机的就拍这个链接，这个哦，链接，苹果手机的一，就拍链接一，这个笔记本啊，它是老定。零基础的可以啊，从根基开始学，i9806天18天，一期没学透复训可以一直学啊，可以一直学，对的啊，听清楚了吗？现在拍完的伙伴打一个拍了，不管你是因为有些苹果手机看不到链接，安卓手机的就可以拍链接按啊，这个是一直的，这么多单你能看到3、4千单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包教会嘛。包教会，那我就是骗子了啊！我不能说包教会，能听懂吗？我不想做骗子，我在这个行业想留名，毁，能听懂吗？就是你一次学不会可以复训，学会为止，听得明白吧？啊，我不能说包教包会，因为我们课程很深，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学一个阶段都值了，理解的这个毁，能理解吗？那我也有学生不满意的呀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我是实话实讲，站在中立的角度啊，对，我就是教你创造设计任何方案。你拍了链接一可以的，一样的情花，对啊，好就可以了，好吗？然后现在呢，大家截一下图，我就下掉了，没拍的就没有了啊。然后需要的赶紧拍掉。然后大家把这个截一下图，我再讲一下最后一下。i980 根基从零基础学6天，所以相当于经典 ABC 方圆三角，这个过掉对你整个行业都很好。现在比你老学员都来学了，然后再学一阶段4天当代经典组合，二阶段商业沙龙精修打包，三阶段风格设计，最终就可以创造任何发型。然后现在不管拍链接一、链接二是500老零，只需要5780，然后送2000块钱左右的工具，而且可以一直学，学透为止。理解的伙伴打理解。然后拍完的伙伴，客服会拉你进粉丝群，然后你就可以约到7月，本来是满的，加开了，广州、江苏、成都，然后呢，客服就会服务到你吃住行做攻略，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，9月来也可以，10月来也可以，没有，一直可以，没有时间规定的。理解的伙伴打一个理解，理解的伙伴打一个理解，好吗？然后我们开始剪头发，情花在哪里？情花找一下这个。我客服在找你啊，就像每天小孩妈妈做好饭之后叫小孩回家吃饭，也天天找不到人。很多人拍了之后，然后情花在不在？情花拍了2个人啊，助理你找一下，你联系一下我这个客服，他会艾特拉你艾进特艾特艾艾特特，一下啊，他会拉你进群，进粉丝群啊，然后会服务你啊，一起加油。你应该也关注很久了啊，然后我前列腺不是很好，我现在去 WC 一下，马上过来。我们就开始剪后面，阿虎可以服务一下啊，讲一下。你玩手机没事，你玩手机。好，好，加完以后的话，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刚刚很多伙伴的话，不管是你坐下来没事，你坐，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拍课的课程的伙伴的话，可以去艾特一下榜一，然后他会拉你进粉丝群，安排你私自行所有的行程。以后的话，很多伙伴的话在直播间，就是现在图灵看我回头小熊助理号扣的这个几个伙伴，如果在直播间的话，如果你还在直播间的话，你可以艾特一下他，他要安排你私自行这些行程。就是现在就我们课程的话，就是你拍完之后，你拍了之后的话，你什么时候过来都可以，这个是没有时间限制的。以后的话，你安排好自己的时间，你可以连着，可以分开都可以。我们是系统课程，然后是3个阶段。从如果你是一个小白，然后对技术基础不是很好的伙伴的话，你就有2个根基班在里面，你就从根基班开始学。复训的话是100米1天就可以了，能理解吗？就是现在还要学习的伙伴，需要系统学习的伙伴，就是直接去拍就好了。那个老定500的那个老定，一阶段的话就是
经典组合，然后二阶段的话就经典的话就是当代的经典，然后二阶段的话比较在门店里面比较好用的，就是你能看到当下看到的所有的发型，比较直接拿回去变现的，这个的都二阶段教到。三阶段的话就是风格设计，就是设计你看到人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然后的话现在的话没有去拍的伙伴可以去赶紧去拍，有问题的伙伴可以扣在公屏上，然后可以咨询一下，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全部打一波技术啊，拍好的伙伴联系一下保安，然后把这个截一下图到校来兑现，我们开始剪头发好不好啊？大家打一波技术，还在吗？没睡着吧？一点钟有点晚啊，今天晚上不好意思啊。打一波技术，我们开始剪后发好吧啊？拍完的伙伴截一下图，因为下了就没了，下了全都是7980，没有任何活动啊。然后截个图，把这个截个图把它拿掉了，这个页面啊，大家打一个技术这两个字。好，家人们截一下图哈，家人们一起截一下图。对，一起截一下图，然后我们就下了哈，就把链接下掉了哈，家人们。截好了吗？截好了，然后我们下掉啊。好。拍完的伙伴联系一下保安啊，不管你是拍链接一、链接二，都是现场真人真心真感受啊。太难了啊，美女抬头，把头发都讲干了，干了好像挺好看的啊。干了这种头发的基底都出来了。秀秀这个伙伴的话，你可以艾特一下榜二就好了，有问题的伙伴，对，可以艾特一下榜二就可以了哈。我们一起参加一下福袋哈，家人们没有参加福袋的伙伴可以去参加一下福袋。他头发特别多，我们开始剪后发啊。就是你是不是想拍这个艺秀，就是你没办法付500老定是吧，这地方不能讲那两个字，你可以后台找到我啊。好， OK， 我们继续剪啊。好，到这个是侧中线，这是侧中线啊，看得到吗大家？侧中线看得到的伙伴在公屏上打个看得到哈，家人们回复一下，然后就往后面走了。看到大家回复我一下，我会快，不用反复讲好吗大家？它有点延时啊。好， OK， 开始呢，后发也是先做层次再做外线。好，钢丝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角，大家还记得对不对啊？用这个头发去做导线，这个导线呢刚才往这个地方是有点斜方的，所以这个是原位。那这个地方呢后面有几种变化呢，需要我讲吗？需要的我就讲一下，需不需要？这地方是关键啊，大家打个关键。需要小老师分享的伙伴打个需要，家人们。其实原则说后面其实有五种变化，所以报过课程的要注意一下啊。今天的剪风格的时候，就是线只有剪头发剪到后来就两条线，一条曲线，一条直线。举例，曲线呢可以名为均等堆积或者内部堆积，直线的方形或者是三角形也是直的，只是斜的，只有两条线。今天头上就不能是圆的，我用三角形加方形去搭建的。今天是质感复古轻欧美的鲍勃，以质感为主旋律的，上面局部地方有动感，对。所以呢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下，我怎么做兼容的？剪了一个斜方，既有层次、大面积的质感，还要把头功能变小。刚才用牙剪在上面局部做一些调亮，在追这个平衡度。那大家注意一下，后面有五种变化，大家看好。第一种，这个头发这地方不是在原位的，后面呢，大家打出来是一点放色。整个后面静态区、动感区、亮感区，一步先做到位，先做层次，再做外线。大家打出来一点放色，就整个后发先一点放色，对，一点放色，动感、静态、亮感上中下啊，先做层次。上窄干嘛呢？下宽。对，大家打出来啊，分区是第一步。好，看好，这后面有五种变化，以后来系统学习都能理解。我先简单讲一下啊，又拿五种变化呢，大家都想知道。
热爱学习，能够坚持的都是热爱。然后认真听一下啊，有哪五种变化？上窄下宽，一点放射。嗯，我把分线拨干净，分离出来，大家的体验感看得更舒服一些。分到中心点与颈侧点的基准点，上窄下宽，放射性线。其实大家知道吗？嫉妒我的人很多，特别是做教育的，因为同行是冤家，大家知不知道？真的，我没骗你啊，因为爱学习的始终全国只有那10个。你的学习是因为我唤醒了你学习，还是比较过来的学习？扣一下一，一代表是你看我的直播间唤醒了学习的热情，爱是你看过很多人的直播间，还是觉得我比较适你和你的胃口？扣爱，我看一下。那我讲的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同行是冤家，大家注意听啊，很多人呢，特别是做教育的，刚刚还有一个人小号，以前我大号拉过他的，是就是做教育的，然后喷的话很毒的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叫曹卡卡，他就是一个做教育的，有没有听明白？因为学生只有10个，有10个学校，没有互联网还好一点，每个人招一个学生可以活得很好。假设我一下招了7个，必定有6家学校要关门，有没有听明白？商场如战场。因为渠道在逐渐对称的时候，大家在直播间厮杀的时候，比的就是真实力了。能理解吗？大家做现场也是一样的，要向自己卷。能理解打个理解啊。刚才那人又不在了，对吧？看得到吗？不敢讲一句，要再讲我马把他，根本就没有必要。其实有那个时间过来喷，还不如干嘛呢？去做好自己，你自己做直播就可以了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继续啊，后面有5种变化，大家打出来深刻一点，参与进来你会更记住，因为有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见面，但是我希望你今天在我直播间能学到东西。我不是那么吝啬的，我享受直播间，我觉得这个行业需要我，所以我愿意分享。有没有伙伴没有来学习，但直播间也能学到东西的，扣个9啊。现在注意听，有五种变化。第一种，就是我们不考虑风格，在技术上面两个层次就是组合了，就是这个后面第一个先减层次，就是第一种可以做这个后面的导线，这个导线的连接呢，有在原位连接的，有在向前向后带着连接的，就保留前面的长度，有向过中线往前连接的，就保留后面的长度，但这两个线基本上都必须连接。对，大家听好啊，大家扣9的人还是比较多的，说明我还会认真分享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是这些9让我更加的去坚定分享存在的价值，对吧？大家啊，有一天会系统见面的。那些付费刚才拍课程的人，以及以前的老学员，有时候来现场一下都不能学得很透，还要复训，对不对？何况在线上碎片的学习啊，但也有用啊，因为大家都比较困难。好，大家注意看好，回到技术上面去。这个地方是方形，有一个斜方，方是不是有角，对吗？零度方也有角，对吧？啊，那这个地方，第一种就是你拉到这时候方去除，后部方去除，高于它第一种减反曲线。那减反曲线呢？大家记清楚，它是创造最长的动感，拿走最多的量感的，且能保留最长的外线的，通常都是减自然微线长发的第一种变化。第二种就是减方形，这个是顶部方，大家记清楚，在顶部方减方形层次，最终头发在转角线以上落下来，还是不会增宽，只是动感的层次。在转角线以上减的技术层次永远比形状重要。很多人以为减方会增宽，不会，它其实落下来还是反曲线，只是没有这种反曲线层次大。理解的扣一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减这个斜方，就这个位置减斜方。其实高于划分线，它都叫反曲线，啊，空间的反曲线。这个反曲线在头皮上，这是有一点角度的，有一点堆积的效果。第三种，第四种减后部方，那这个后部方就是比顶部方是最轻的，比这个斜方要重一点。斜方就是比顶部方要干嘛？重一点，比后部方又要轻一点。这个是什么方？这是后部方，对。第三种，这第四种了啊，方有三种。那老师继续减，这是不是堆积的方？堆积的方，B 方，
一般的在长发上面剪不到堆积，就是这么来的。这样剪堆积，下面长度是不是长发就短掉了？来，听懂了打个说嘎。所以在长发上面 PK 的并不是技术，再到就零度方了，就是方形结构不变 ，A、B、C， 全球只有三个技术，听懂的扣扣扣扣。所以理论上面极限在后面只能剪后部方，那是最重的。假设从功能性上面讲，就是都在剪去除，这种方适合头骨比较扁平、发量比较少的，这样因为在这个地方剪方，它会有一些堆积的效果，因为头骨的问题。那这个方就是最轻的，能听懂吗？很少在这地方再剪堆积的啊，很少啊。那底下长度短的就是剪短发了，它就这么来的啊，上短下长。那第五种变化就是剪均等去除。第五种变化，均等去除。那这地方剪均等去除，系统里面会有一款摇摆圆。那很多大部分伙伴剪摇摆圆会剪均等去除，剪均等去除是去量里面最少的，就是少的变多，多的变少，是功能性。所以今天从风格上面最不适合剪均等去除，理解的口理解，因为不适合圆切口，复古港风优美，头上风格上面都是直线。那从功能上面也不能剪均等去除，因为均等去除你们剪完之后有没有发现头会大会膨胀，它的层次面是最小的。如果把这个大头变小，按照理论来讲应该是剪反曲线，有没有听明？因为反曲线是把头变得最小的，这个比例就会有美感，听懂的扣一。如果后面剪均等去除，那就会变成前面是酷的，后面是甜的了，有曲线和直线。今天我全头都是直线，这在三阶段会讲到所有的廓形七种：圆形的日韩减龄，方形的职业概念，三角形的都市立体，菱形的视觉舞台，圆的和曲的职业知性优雅。现在我就不讲了啊，对。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，其实这个后面理论上面反曲线是拿走量感的，所以先剪外线和先剪层次，先剪底线再剪层次，它有很大的区别。理论上面是角度提得越高拿走量感越多，其实因为最终量感是受到长度的因素，听得懂吗？所以理论不一定对，听得懂这个意思吗？就是简单的讲，垂直发片决定量感的并不是角度，而是切口。比如说这是90度堆积切口，那这边变成堆积了，而这个切口又没有这个地方长度重，这个长度落在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最饱满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剪反曲线的时候创造了很大的层次，保留了外线的长度，从而保留了外线的质感。因为剪长发当中基本上不能剪的下虚上实，就是纵向的量感，横向的量感当中比例当中美感不能剪的上宽下窄，那就像水母头一样极丑。所以上面一剪堆积就会剪得很宽，头很大，听得懂吗？我再跟你讲美感，能不能理解？这些现场都会讲得特别细啊，能理解就理解，不能理解不能。那今天我会剪什么呢？他的头比较大，我会已经长度决定好了，所以我今天呢，我为了追求功能把这个导线带过来，这个方形带过来，大家看好啊，带过来啊，我还是剪一个顶部方形层次，看得到吗？那老师，那动感不太大了吗？不会，因为我这个长度有落点了，能听懂吗？上面越剪堆积头越宽，后面剪的是一个顶部方，顶部的方去除。那这样呢，底下能剪到的上下全部剪到，那跟前面一样的。那我最终其实底下的长度会剪不到，剪不到最终也不是我要的，就跟我们前区剪这个旁边一样，最终长度不是我要的，我们会剪了一个方去除。好，剪了一个方去除之后，其实有一定的长度它会获得很丰富的层次，听得懂吗？一圈剪过来横向只要不是堆积，头就不会宽，因为堆积会膨胀会宽，比例会丢失，能理解的打理解。理解，这个时候打个理解哈，这个时候
它的层次是不是你要的？接下来进底线就是比例，那这个落点呢？能听懂吗？听不懂的是我的问题啊，要讲课也是一种能力，所以我一直讲跟谁学，学多久很重要，技术不要学发型，用技术去创造千千万万的发型。给一个反馈，能不能理解？大家都没有呼吸了吗？没有呼吸，我不讲了。给一个反馈，我会继续走，要不然我老是在这里强调，会浪费时间。能不能理解？啊，能，对吧？啊，OK，那这样的长度呢就够了。我们继续去剪，我们会获得，看好，它这个型也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是直的，它也会有一些饱满度的啊，因为有长度的落点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，接下来所有一点放色，把整个后区剪完。整个后发在现场一点放色去剪的，大概要几刀呢？5刀就结束了。好，接下来这是左右，接下来要全部靠到第一片上面去，这左右，梳起发片，通过前发做导线，然后继续的带起来。带到中线，我有偏移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我有偏移啊。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，一起分享一下，给建文发个福袋哈，发个福袋。剪一个方形层次。那这五种变化，最终你会不会搭建，会不会组合，根据人物风格来变化。你不要跟我一样的剪啊，没有用。其实每天晚上大家在直播间学习，我教大家怎么学习，一定是学思维、学过程，能听懂吗？因为你的素材跟我不一样。最后一片是侧中线，这一片如果你不往后带，这个地方就会剪缺掉，因为这是发际线。等一会儿，前面做导线过渡不好过渡，全部的从后发带过来，还跟第一片一样，全部带到我们的哪一片？有没有伙伴知道带到哪一全部片？带到中线，其实跟前面是一样的，左右的形态是三角形的，但是技术的切口是方技术。对，带到中线，有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原位，什么情况带到转角线啊？它有三种变化，今天就不讲了啊。会有时间继续把它带起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做的是获得什么呢？层次啊，是获得层次。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去做外线的啊。其实从学技术来讲，这样是不是也是一款发型？只是前后落差越大，这叫高对比，这会有很有个性感，对吧？啊，很有个性感也是可以的啊，不做外线也是一款发型。那这款发型就没有质感，它体现的是对比高阶的个性的，体现层次，它的美感体现在层次上面。有些是体现质感的，有些是体现形体的，每一个主题是不一样的，能听懂？没听懂的扣个一，我们继续剪掉。理解吧？啊，继续这边胸前往里面推，继续的发片横平竖直。剪方的时候永远记住，头位比什么都重要，把头想象成四方盒子去剪就好了，没有那么复杂。OK，头发少的5片，头发多的7片就结束了啊。他头发特别多，我大概分个7片放射性修剪。对，不同的伙伴有不同的理解程度，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适合度，技术会发生改变，分线会发生改变，继续的走。那这样做完之后，我上面就会得到我想要的什么呢？层次。啊，全部带到第一片。注意，一点放色呢，很容易丢失导线的。所有的分线里面，一点放色最容易丢失导线的，所以你要保证一定的湿度，
以及你梳发片一定要把它梳干净、梳展开，梳成布状感，这样切口不会堆在一起。千万不要像网络上面这样剪头发，对不对啊？绕个几圈，这样剪的切口全部搅在一起，不干净，出来就会毛躁，有重量线啊，都花里胡哨的东西啊。就我们经常讲的发片都拉不好。继续走，这片也是一样，一定要把发片梳展开啊，最后一片侧中线。好，我们这样讲完之后，大家能不能看到后面很丰富的层次出来了？把这个发片把它梳展开，看得到吧？啊，梳展开，然后扭转到中线，扭转到中线。在这个面呢，一定要把它发片梳展开，切口与地面是平行的，啊，去除的最高境界，剪完就是不毛躁，堆积剪完不能有重量线，有柔和度。把发片梳展开，对，继续走掉，好，能把剪刀的全部剪掉啊。这一步呢，我们一步一步变得好看和比例拿捏。发型完成的构造路径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得到的不是底线，而是内部丰富的干嘛呢？层次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做外线，好，这样剪完之后呢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它的头呢跟前面的道理一样，头骨非常的短宽，所以我们纵向拉长的比例，接下来切外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切多久更好去控制重心。层次会落差有两种，如果剪不连接，以后有时间跟大家先剪外线，再剪层次。除了不连接，除了连接都要从层次开始剪，一定要记住。这个时候跟前面一样的，可以用少量的牙剪继续去做一些浮油感，让它蓬松一点。因为这个头发必须要做，不做的话美感很容易丢失到，纵向拉不长。理解的扣理解，继续的用牙剪，用放射性剪线做。跟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啊，那就用放射性线拉出来发片，然后这个时候是侧中线，这是侧中线，需要把发片高角度的拉到过侧中线啊，去做一个相反于根深为浅反过来的处理。嗯，做掉一点点，OK。同样的长度，大家想一下。是高层次显得长，还是低层次显得长？纵向空间，或者穿一个裙子是纵向的显得长，竖条纹长，还是横条纹显得短？啊，要理解啊这个点，把它往上走一走。过侧中线啊，这个头发巨多，对吗？大家啊，所以我说这个头发如果剪短发的比例。同样更难可控，对，高层次是吧？啊，是的啊，放射型过侧中线，往上走，嗯，注意你在做的时候，注意头发的滋润程度。那老师这样剪不会毛躁吗？会毛躁。那大家注意一下，毛躁会没有美感重要，美感的构造，第一个形色质。如果毛躁质感丢失了，就选择形体或者选择层次，能理解的扣一。因为很多时候不能兼容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时候技术已经到极限了，听懂的扣一。所以你们会很少看到我用牙剪，对吗？大家，但我在做的时候，因为结构已经到局限了，所以我会选择用牙剪去过渡，理解吗？不是所有的头发都会去用结构打包，而有些头发它就需要去用丢弃结构打包，选择牙剪去打包啊，去做，看得出来吧，大家啊，特别的多啊，我们需要把它的量感给予走，所以这时候的打包其实还是在平衡，就是拉美感，并不是为了打包而打包。就跟前面的道理一样的，如果说可以的情况下，纵向层次给到了之后，我要的比例，我这个动作就不需要了，走掉。
你也可以分出来，这个是转角线，下面不动，保证质感，啊，把上面呢跟前面分转角线一样的处理都是可以的，有道理对吧？有吸收就好啊，因为每一个素材都会不一样。我说今天这个头发，想要把它剪得好看，其实还是挺难的啊。走掉一点点，长度不要扁啊，就是结构长度不要变，因为用牙剪过了，长度不会变啊。对，继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在做底线之前，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，很多时候一边打薄一边去修剪。那我以后建议大家，每个区的结果做到之后，再去平衡下一个区。我建议大家做好一个区，打薄一下会更好控制。随着功龄去增加的时候，你可以整个头做好之后再去最后做调整，都是可以的。能听懂吗？大家用深微处理什么意思？可以，深微我不能理解。好，深微我不能理解，后边啊还有一点点，你可以再描述一下啊。好 OK。 好，接下来之后呢，你把转角线，这是后面马蹄动感静态三个区，把这个区呢是动感区，把它夹起来不要动它。你看它的头发多吧，很多对吗大家啊？这底下的头发不要打发尾了啊，也要先把它处理一下再做底线。那我们永远要记住，要上虚下实，横向空间的比例是上窄下宽，这样你剪头发中间没有重量线，因为先剪层次再剪外线，随便怎么切都没有。那这底下的头发也要先处理一下做外线，大家注意看，我是纵向拉出来发片，看得到吗？这底下所有的头发要在发根和发中去打薄，发尾不要做，为什么？回答我一下。反过来了，要更生危险了，发尾不要做，为什么？大家告诉我。也要垂直取发片，想一下为什么啊？从发根做好到发中发干发尾停下来，对的啊，托尼张讲的对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保证质感通透和质感以及碎和柔和是两种定义，所以取发片尽可能垂直去取，因为垂直去取是创造动感度的，更有收紧状态。拿掉。哎，对的啊 ，OK。所以你要深度理解这个点啊，因为这个头发啊，非常的不好去控制比例，一二三四五。但是它作为教材来说，它非常有教学意义，理解的打理解啊。有的时候现场会干发做。也会做啊，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这边调过，这边没跳，是不是这边它是通透而不是碎，对吧？看到了吗？垂直去取发片，然后再去做线条。那这样的过程，我们就不断的去眼睛就能看到它舒服的特点啊。那如果说发量比较好，可塑性高，素材高，那这些动作都不需要的啊，更生危险去做垂直发片。那为了保证动感区的这种状态，我用夹子把它夹起来的，很少我看我用这么多牙剪对吗？因为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技术有局限性。对，很好的模式，是的啊，教学性比较强。继续垂直分区，很多伙伴又会说毛不毛躁，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啊，毛躁没有美感重啊，美感就是比例啊，就是第一个是形色质，形式结构控制的，质感是技术控制的，层次也是技术控制的，所以要注意一下啊，到侧中线，更生危险啊，低角度，一直到发中发干，好，发尾停住，不要做它。太多了对吧大家 OK。 好，现在大家看一下
我们单独的新厂这一块，它的量感是不是好很多了？还是很多，对吗？大家啊，还是很多。那看一下啊，但是好很多啊。无痕压件去量的话，18到15左右都可以了。看一下，好一点没有？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回复一下啊。那大家觉得接下来一个很重点的问题，大家打一下重点，很重点的知识。边缘我会斜向后把它撸一下。好，重点是哪个呢？大家注意看一下啊。就是我们所有的头发都要上虚下实，那到底上面虚多少，实多少？如果整个头发动感区、量感区、静态区，下面实的多，比如说这里一刀切不给予层次，再用这个导线提起来做动感，是不是实的多跨越了量感和动感两个区？实的一多，虚的比例是不是少？相反的，还有一种是枕骨以下是实的零度。到这个地方开始提升做去除，那是不是虚的比例多？虚的比例多，实的比例就少，是不是还可以一半一半？就是虚实的比例是高于低于黄金点，高于枕骨点一半一半，这个重不重要？这个东西很多人就不懂了啊，重不重要？听不懂了，对吧？困了是吧？发量适中就是不打薄不见，对的，是的啊，瞬间是的啊，重要。那你们知道怎么去控制吗？需要我讲吗？好，接下来我先把量调好之后，我再去平衡它。好，接下来开始去做外线。那今天也是要下虚、上虚、下实，它摘掉了啊。整个头都小了很多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好多了，是的啊，对的，因为这种发量太难了啊。接下来又是重点了，我觉得够了之后，接下来我开始去做这个维度，找到侧中线。分享一下直播间哦，一起分享一下，点点赞哦。找到侧中线，从前发做导线。这里面有层次是借不到的，你可以用分区让思维更干净，拉出来这条转角线，只能借这个外线的视觉导线，你借不到里面，里面有层次，对吗？大家啊，看到这样的底线方形切口啊，很干净的，看到了吗？大家，对，很干净的那个线条，方形线条在这里啊。接下来通过这个转角点。去借后面的方形外线，所以第一刀的长度跟后面都有关系了。反着来剪头发也容易翻车的啊！找到这个点，斜向后，直接干到颈侧点。其实原则来说，这一片全是发际线，能看到大家看到。感谢老师选的模特，我真的是，你是爱学习的啊！正常，正常，这个模特在现场也比较难搞啊，说实话啊，但是有教学性啊，我知道你的意思啊，说明你喜欢技术，我讲的是发自内心的啊，这个是不是发际线，对吗？大家，科班里面出身是不是剪方形线条是水平剪，斜向前剪 A 线零度。斜向后是剪光环的，对吗？有没有老学员在的扣一，老学员在的扣一。今天我要剪一个方形线条，要选择斜向后去剪，三阶段上过的啊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这个点讲通了就是剪头发的最高境界了。你们要认真的听，大家有呼吸的，我希望400多个人全部打有呼吸。接下来我把这个点讲清楚，
我已经也有点虚了，饿了，前面消耗的精气神呢？我今天要把这个点讲通，啊，有呼吸的打一个有呼吸啊，我们讲清楚，记清楚，记清楚，永远要记清楚，这个世界上科班的减法，假设我分一条垂直线，看好啊。假设我分一条垂直线，这是侧中线啊。假设我分一条垂直线，这个是垂直线，可以吧，大家啊，垂直。剪头发永远记清楚，分线首位也是垂直的，首位永远垂直，能听懂吗？就是这个面是左右，就是分线永远跟首位是垂直的，这是永恒不变的。那只有两种减法，分线和首位平行，切口也平行。现在是不是减方去除？这是第一种剪头发，不管你学什么系统。第二种，分线和首位还是平行的，但是切口可以不平行，这样就变成反曲线了。在切口变成反曲线的时候，哎，我的分线和首位没有发生改变，能不能听懂？也可以切口变成堆积，我的分线和首位都没动，切口我也可以剪成均等去除。只有这两种减法来听懂的扣一，只要不是这么教人的都是王八蛋啊，生癌症没屁眼。只有这两种减法，那接下来这个重点了，那什么时候用分线平行，什么时候不平行，以后你来学，我给你讲一下啊。接下来大家看好，线条当中只有第一种光环。第一种就是剪光环，斜向后剪；第二种是剪水平方形，水平剪，剪切线、分切线全平行，斜向前剪零度的。那今天为什么斜向后正常是剪光环的，而今天老师选择斜向后剪方？就这个问题啊，价值一个亿，你们认真听吧啊！这个能听明白，剪头发已经最高境界了。找到这前面的导线，把头发梳到自然吹了。我先剪，有没有伙伴知道的？老学员不要讲，为什么？这个时候首位就跟分线没有平行，很多人不懂啊。我可以把这个点讲清楚的，马上我跟大家讲啊，首位与地面平行，剪方切口，有没有伙伴知道的？老学员不要讲，其他的伙伴。这个命题给你，为什么这么剪？不懂了。收紧跟什么有关系？跟分线没有任何关系。剪线条，你只要梳到自然垂落就可以了。好，梳到自然垂落，美女就要定住啊，不要动。我现在首位和切口与地面平行，看得到吗？我的分线是斜后，你都不懂啊。继续一样的，跟旁边的线条一样，梳到自然垂落，然后切口是与地面平行，但是我的分线是斜后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同样压紧它，让这个外线张力让它弹起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外线张力翘出来，看得到吗？对，这个很复杂，所以不要学啊，对的。一般人学这个干嘛呀？神经病啊，脑子不好啊，大家能理解吧？啊，破不破坏外线跟层次有关系，跟分线、毛线关系都没有，有没有听明白？没有人能懂。理论上面提升一度，不管你分什么线，外线都去掉，只要我今天不想破坏这个外线，只要零度就可以了。这个更有支撑力，毛线不对啊，没有人能答得对这个问题。我相信直播间除了老学员，没有人知道的，不可能知道，因为很多老师都不知道。但是我马上讲好，讲给你听，能把你讲懂，你就已经达到剪头发的最高境界。我说的，安三泰都不知道，老学员知道吗？你讲，因为是很早之前的，对吧？现在课程优化了很多了，你说，那你说安三泰为什么这么剪？为什么斜向后剪方形线条？正常不是水平剪线条吗？有区别吗？还收紧头骨放，收紧头骨跟这个根本都不搭嘎啊！
好，继续，还是通过这个点转角线一点放射，刚才景侧点在景点，再到另外一边的景侧点，然后这边再放射过来，反过来。零度有流向吗？安三太，我问你，哪个老师教你？我教你的吗？你还是老轩？我教你零度有流向吗？我这么教你的吗？你要来复训了啊！继续走掉，再到再放射到呈现。哪个老师告诉你零度有动力的？我问你。对，你要自罚三杯，我跟你讲一下啊，因为有些三阶段的发型不一样，有些理念没讲到。其实这个东西呢，已经是教育者需要研究的了，在你们现场会用的比较少，所以听不懂会觉得有点复杂是正常的啊。想知道吗？想的打想。线条的张力和质感取决于我给的张力、拉力，跟我的分线有关系吗？这个外线大家看好，我借过来之后头位不要低，头位低狠了之后头抬起来会外长里短，头外线会包进去。我现在分线是分线，我拉出来的发片还是与地面完全自然垂落的，我的手位与地面平行的，分线是分线，拉紧它然后再翘一点点，这个是不是借带来的张力？张力跟我的外线的拉力有关系，跟我的分线有个毛线关系啊。那你看我拉的比较紧，看得到吗？大家我拉的比较紧，是不是我一放之后它是不是就干嘛呢？哎，翘起来了，弹起来了，对吗？很粗犷。没有人知道啊，没有人知道，挺好的啊，说明我割韭菜还可以割个十年吧。继续的再分到这个地方，再放射到这一片的另外一边的景侧点，然后就停下来，还避免堆积。你在那时候会讲啊，什么人都有，不要生气啊，我只是讲你的评论啊。我们现在剪线条跟堆积有个毛线关系啊？你只需要考虑一个点，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啊，正常学院派老师教你是不是剪方形是分水平剪的，剪斜向后是不是剪光环的，后高前低斜向前是不是剪 A 线的，剪切线与分界线平行剪的，对啊不对？好，三太，你这句话讲的有点接近了啊，柔和度，对，有一点接近了。就是这个三太比一般的伙伴段位最起码高很多倍，现在直播间400多个人，最起码你能甩掉400个人，最起码甩，随便甩甩啊，这句话讲的有一点对了啊。你最好讲对，要不然我接下来不要你来复训了。取消你的资格。继续再输到自然垂落。现在我问提示一下啊，我问大家，我们按照理念讲斜向后是不是剪圆的，对吗？大家光环的剪方是不是剪水平剪的，对吗？从后往前剪的，剪方是不是从后往前剪？三角也是从后往前剪。剪圆形是不是从前往后剪？正常剪，对吗？大家，你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：同样剪方形的结果，分水平剪和斜后剪的区别。这个点你能懂就不是一般人了，你已经非常的牛叉了。来，我现在已经提示到这个点了，能不能听懂？同样剪一个线条，分斜向后剪和水平剪的区别是什么？三太，你刚才讲的三个字有一点接近啊，你继续往那个点想一下啊，因为我还是想你来复训的。你讲的柔和度有一点点接近，还外线去角算了吧，还减量，减什么量啊？都是零度，减什么量啊？哎呦，继续输到自然垂落，线还是斜的，继续输到自然垂落就可以了。跟还原度也没有关系，现在我把大家讲懂，大家打响。
那我通过张力，我这样剪完一个线条之后呢，就会很粗犷，对吗？大家啊，很粗犷，很硬啊，很硬，很粗犷，也会翻起来，里面有层次。啊，不要动，这个线条就慢慢的出来了，啊，慢慢的就出来了啊。美女，你抬点点头，再抬。分享一下哦，家人们，左下角有个福袋，可以去商议一下福袋哈。没有商议福袋的伙伴可以去商议一下。对，没有关注的伙伴可以关注走一波，加一个团。好，这个通过张力以及抬头以及里面的卷度和翻的剪，它的粗犷呢就出来了啊，就自然的线条了啊。小日本剪线条是不是左梳右梳，还把它剪包进去？每个体系不一样啊。学院的直线是不包也不翘，像刀砍的一样的啊。那我们今天要达到的线条是廓形张力翻出来啊，利用张力去，现在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要求了，能不能看到？美女抬一点点头，能看到打看到，就是我的粗犷的线条已经出来了啊，粗犷啊，从正前方看的，美女不要动啊，这个廓形能，这个面的廓形出来了，看得到的打看到，很粗犷的啊，齐不齐碎不碎的啊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来，现在是不是剪技术是不是只有 ABC， 大家认真听了，我把这个点讲清楚了啊，听好啊，就是我现在剪堆积可以吧，大家慢慢讲 A 啊，想好了 ABC 就三个技术，同样的理念，我们通常斜向后前高后低是不是剪圆堆积的，剪圆堆积，对，剪完重心往下走，对吗？好，斜向前是剪什么的？回答我，是不是剪三角形的？那是不是剪三角的？是不是后高前低？分线就是后高前低，对吗？好，同样的问题，我就跟你这么去讲，你就能理解了。就是我现在斜向前，本来是剪三角的，但是我剪圆堆积。举例，这是90度，75度，慢慢剪一个圆堆积，上长下短。也就是说，同样的剪圆形结构，斜向后剪和斜向前剪一样吗？记清楚，斜向前剪圆形，剪完之后就有三角形后高前低的形体，而且有圆形的感觉，兼容这两个字打出来，兼容就是既要又要打出来。对，你知道挺起来，对不对？后高前低的兼容。对，好，那现在讲 C， 最后讲 A， 我们现在发生的这种问题，大家看好啊，美女抬头，现在这个位置听好了，剪去除，这个一般我都不分享啊，我怕大家讲不懂，但是听不懂我能讲得懂，你认真听啊，现在正常斜向后动力学是不是往前提拉剪圆形的啊？不牛逼，认真听，这个听懂了你就无敌了啊！直播间听好，慢慢来啊。正常斜向前是不是往后带的，对吗？动力学啊，剪三角形，好，大家注意听好啊。今天老师分一个斜向后，这是斜向后，对吗？然后我分一个斜向后这么宽，然后满足上本身的动力学是往前拉的，但是我斜向后往后带，这样剪，如果垂直检查是不是一个后短前长反曲线啊？这样分曲剪和分一点放射同样也剪反曲线，结果会一样吗？来回答。好，前面可以靠在公屏上，前面这个问题其实直播间没讲过啊，因为这属于导师班里面的东西啊，你认真听，我能把大家讲懂。不一样，对，哪里不一样我跟你讲一下啊。举例，你用一点放射剪反曲线，它是吻合毛流走向，它的层次落下来就是这样均匀的，更加自然，能不能听明白？对。
那如果你是这样减繁曲线，斜向后往后带减繁曲线呢？老师，这不有点矛盾吗？斜向后是前高后低，头发往后走，但是你动力学往后带，头发往前跑，这样减的繁曲线呢，就容易内部是往后走的，外线这样从正前方减完之后，就容易这样的翻过来，这样的收进去，然后发尾又往外翻。来，听懂了打一个收感。这我在导师班剪过，就是你们看到很多的刘海会用这种方法剪，用一点放射就剪了，必须要分斜向后，然后往后带，这样剪出来就这样的往外翻。这个一般人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就不是一般人，大家打我不是一般人，听懂了。就是如果你不能理解，我再延伸一下，在这个区，这是转角线。每个区都一样，不懂正常，不懂不要懂啊。斜向后一样的动力学是往前拉，斜向前动力学往后拉，今天是斜向后把发片往后带，这样剪完的鬓角呢就会容易内部这样收进去，外线又这样飘过来，这样的。因为里面的线是后前高后低的，然后但是你动力学是往前带的。很多人不懂啊，这已经是剪头发的最高境界了，兼容既要又要啊，但是通常不会这么剪。你能听懂我讲这个，你以后也不一定能听到我讲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但是正常学习的时候，科班老师会先教你干嘛呢？斜向水平剪方，从后往前剪。而且今天这个区如果从后往前剪，借导线也不好借，从这地方放射剪呢，也就是现在讲 A 技术，现在你正常剪方从后往前剪，剪的方和斜向后剪方就是没有，听好，就是没有今天斜向后剪的方，方它有形体，它本来是剪圆的，它这样斜向后剪方零度和水平剪方的零度就是斜向前剪的方，没有这样斜向后剪的方中带柔。来，听懂的扣个一，就是既要又要，就是这样的方已经无敌了，就是这里面既有粗犷又有方的影子又有柔和度，理解吗？来，听懂的打个理解。所以你剪头发你必须要跟我学，任何人我都可以教，只是老师，有些老师外面做教练要面子，不愿意学，有没有什么？但来学校，来国内来这里学习的老师应该是最多吧。我说第一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，我说实话啊，就是这么多年下来，很多人不懂分线啊。你会发现这样剪的方它会有一点点上扬的感觉，因为斜从前往后剪就容易把前面剪短，就会柔，从后往前剪就容易把前面放长。听懂了？其实这个时候头发已经有美感了，有没有听明白我的事？能够坚持到现在的，听得懂吗？就是头发我不吹就自然干，这样的也好看了，已经有美感了啊！你抬点点头，看得出来吗？啊，这种感觉已经出来了，廓形是菱形的。很多人不懂啊，你们也不需要懂太多啊，因为这种东西呢，是很高阶很高阶的东西了啊，它的比例也出来，它的廓形的形体又会非常的有形体了，很张力，很欧美，很质感。好，接下来停住，转角线停住，围起来，大家关注一下榜三和榜二啊，是叶正权老师，对的，但它依然还是方，伙伴你讲的对的啊，就是既要又要，就是方中带圆吗？应该说方中带圆的感觉，但它依然还是方。就剪头发你会发现很多沙宣的老师为什么跟我学，上一期导师班的从美国回来的啊，我跟你讲一下啊，他们的基本功很好，剪的方很方，剪的三角很，但是没有柔和度就没有美感。能听懂吗？就是今天我此刻讲这个点你就特别能够明白了，理解的可以。好，接下来转角线停住，从这边转角线分过再转过去。三太在不在？兴奋吗？
我叫我说三阶段优化了，叫你来你不来啊！现在三阶段更杀伤你，款款都是爆款，因为你之前学的那个，因为我也在进步嘛，跟你一样。我建议你今年必须来一下三阶段，再复训一下。三太在不在？所以你一开始讲的柔和度有一点点接近，但是你没有讲到我的地方啊，核心的地方啊。接下来这边从前发做到，你继续从这个转角线把它分开，这上面是接不到有层次的。不用管它，把它夹干净。这头发剪完就结束了，都不要吹了，它已经干了啊！我也不怎么吹，头发已经干掉了啊，精神了。拉力也重要，拉力就是我说了，上下的静态当中，学院的直线是不包也不翘。小日本是左束右束剪包进去，还有一个体系是发泽 Lumen，是通过张力干剪把头发廓形廓出来。所以不同的外线有不同的美感，不同的作用。继续找到这个地方转角线，再从这边做放射过去，一直交叉过去，后来就剪不到这一款发型就结束了。继续走这边到转角线，其实我是很用心的去剪这一款发型，以及今天晚上用到了牙剪，因为技术有局限性，正常这个头发的比例是非常难剪好看的，我们拭目以待啊。马上就结束了。好，接下来找到这个导线，继续的梳到自然垂落，增加湿度啊。听懂了吗？有帮助吗？大家有帮助啊？继续的走。有帮助的伙伴扣一，扣我在屏还幕是用上。密室梳，不要低头位，低头位头发会爆。然后继续的拉紧它，继续的死切。啊，拉紧了，手可以翻一点点，继续的走掉，把这边把它过渡到一起去，这样剪的方呢，它有方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它柔啊，它还是容易前面柔柔的慢慢的下去啊。现在在直播间没有关注小老师的伙伴可以关继注续一的下一点哦。放射，现在还有没有人要学习的？因为马上要结束了，我可以给他活动。啊，一直从这个点到颈侧近点，另外边的颈侧矮后点，一直放上去就没了。下肢感、上动感，这么一点点的知识，因为今天晚上剪到这个发型了啊，所以呢，希望你能理解呢，也很正常，跟基本功没有关系。我讲课讲了很多年了，大家知道吧？基本都能讲，我都会举一反三，启发性的讲，啊，都能讲得懂的。基本上做了这个行业，一般的你只要认真在听，你都能。压紧它，压得越紧，手翻出来这个张力就越大，这个廓形就越好。因为这个女孩子，她非常的适合这种粗犷的这种线条。木仔仔来了吗？木仔仔广州校区来学了没有啊？老早就报名了，听懂了吗？刚刚来，听懂了没有？听得懂吗？木仔仔，听得懂不？关注一下榜三啊，是我们的带张力会有一点点弯翘。对的，你张力给的越大，压外线都有很多讲究不一样。但在学院里面，我们学院和沙宣的理念是一样的，就是剪完不包也不翘。对，每一个线条都有存在的价值。我刚刚说了，小日本是左梳右梳，把头发剪包进去。你还没来对吧？赶紧来呀！7月份见面啊！继续的从这个转角点放射到另外一边的颈侧点，一直往上剪，上面就完全，等一会儿就剪不到了。那虚实怎么讲？还要讲吗？虚实还懂不懂？虚的多，实的就少；实的多，虚的就少。都知道上虚下实。那到底虚多少实多少这个问题，今天不讲了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没办法讲了，太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快速的看一下结果吧。再放射到另外一边的矮后点，今天的比例是实的多还是虚的多？大家告诉我，就剪的这个。接下来这个地方是动感区，肯定是慢慢的就剪不到了，再放射过来。不讲了，明天再来吧。美女抬头，抬头啊，对，不断的抬头就行。
对，实得多，实得多，说难听一点就叫老气，好听一点叫气质。你只要关注风格就 OK 了。有的时候，爱比爱的虚实比例最多的是比较难做。大家在生活中做的，你只要记清楚，气质越好的实的越多，虚的少；气质越差的，你最多减到整蛊点下面是完全零度，然后量感区和动感区全是层次，你这样放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我利用投喂和张力。再加上里面本来有层次，上下等舱它都会翻起来啊，让这个外线翻起来啊，继续走掉它慢慢的最后这一层也很重要，是动感区。今天捡到这个地方，是不是还能捡到一点点？重点大家打一下，重点，重点，认真听啊，重点。接下来这一片头发，记住这是这里啊，那这里跟旁边的比例也是一样的。重点，大家打一下啊！这样剪完，它廓形都已经出来了，能看到吗？我刻意的摆一下啊，它的所谓的形已经出来了，看得到打看到啊！剪完，我剪完头发不需要怎么修的啊，骗你王八蛋！啊，现场也是，除非是做不到。就像我很少今天晚上用的牙剪，基本上我用技术编排控制每个须的结构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区千万不能一梳子梳下去剪，这样剪下去会导致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头发是放水状的，正两边会往中间跑，所以你剪完它会落在这地方，它会短掉，所以要把它梳到自然垂落。然后呢，不要从发根进梳，从发干进梳，直接从这样就是原位。来，听懂的扣个一。很多人剪不连接 CB 组合，上面容易跳，就这个原因。继续这样去剪，从发干进处剪掉，把能剪掉的全部剪掉。好，几乎剪不到的呢，还是在原位，因为剪线条就是原位。只要真正的科班学习过直线的人，一个直线代表一个学院的文化，有没有听明白？啊，你不会剪直线，你搞个毛线呀？你一辈子剪头发也不会有进步了。今天全是重点啊，对，只是细节，比如，但是我想把它讲好嘛，继续梳到原位啊。那我没有从发根进梳啊，你一从发根进梳，会把这边往这边带了，回到这边呢就会短掉。继续的梳到这个位置，还有长的，看得到吗？继续的把它剪掉，剪掉。什么叫美感呢？大家注意一下，美感就是比例、量感、形状、长度，而这里面呢还是会有一些层次的。还是会有一些层次的。我扩一下，好，我把它翻出来，这个头发就结束了。不要动，把它尾部把它上面扫一下。剪到头发干，我讲的每个细节，希望大家有吸收。不要动啊！现在还有没有报名的？我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，看不懂技术的看最终的美感。每个人审美都有，有审美的人不一定有美感，但有美感的人一定有审美。客人也不知道有什么技术啊，坐直一点，美女。对，屁股往后走，坐直一点，人啊。OK，报完了的啊。OK，拿过来。想要系统学习的伙伴，可以扣在公屏上。这个头发呢？这是后面的一个上虚下实，实的比例多，往下走，上面变窄，横向比例下面变宽，发尾张立起来，然后前面是三角形的菱形会出来，菱形会出来，然后呢，中间的层次你可以让它稍微的碎尾一点点啊，好，然后再到前发，觉得哇塞的打一个哇塞，我有没有把它剪好看？可以撩一点点耳朵，美女，你抬一点点头。你抬头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方的外线的角会没有从后往前剪的，干嘛呢？那么硬，会有一些些柔和度。已经剪干了啊，不需要怎么吹了，对吧？这个头发
脸型以及气质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变掉了？这一款头发是爆款，在现场当中三阶段会剪到长中短，这属于短的，每一款剪完之后直接变现啊！剪完之后，我从上课到现在剪到现在的模特，没有一个模特不满意的。我们现在可以问一下他，真心的去交流一下，你现在看一下这个公屏，你觉得好不好看？说实话，好看，好看啊！说实话，谁骗人谁王八蛋啊！你看一下好不好看？说实话，喜不喜欢？比较修饰我的脸型。比较修饰他的脸型，因为下面重了，他就会显得这地方肉就少，然后上面有刘海的修饰菱形，头的比例也走掉，然后这个头发要烫要半卡就随便弄了。欧美范特别，如果这种脸型，你只要把下面听好了，你只要把下面一旦剪轻了。那要多丑就有多丑了，就会头重脚轻。那今天是什么呢？教一下怎么打，不需要打理，我剪的头发就随便这么溜就可以了，能听明白吗？啊，越自然越好，叫型，土质底的型。今天的主题就是以质感，以轻欧美复古的风格去做的，这叫发型的基底啊！大家可以拍一下这个屏，这叫发型的基底。粗犷而不湿，比什么日韩的欧美的东西永远比日韩的要高级100倍啊！来，拿毛巾给我啊！那其实我发现前面也不关了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可以甩侧分也是可以的。刚才前面讲的，可以拿一点点水壶给我，因为已经干掉了，有一头发有记忆。怎么延伸烫发？怎么剪的就怎么烫。好，家人没有，对，没有关注的伙伴关注一下啊。然后刚刚一直在问系统课程的伙伴，可以扣一扣在公屏上哈。其实这样的甩大边可以让颅顶更高一点，让这种层次产生一种不屑的感觉，然后丢失质感，什么质感都不要了，只注重型和比例，不要一天到晚的追求质感。你看我把这边搞这么毛躁，然后这样它会特别的大气，然后美女再抬头，它这样的方形线条是无敌的。好看吗？大家，你们觉得值多少钱？为什么不学习？对吧？你不是穷的，应该穷的吗？一刀不修，随修随王八蛋啊！这是正面，这是正面，还侧面也可以。后面呢，它抬起来的时候，下颚线也会收掉，然后会有一些菱形的廓形，有一些层次，有一些层次。所以今天晚上可惜了，很多人看不到啊。对，就是你学完之后，你就学三阶段的三款，这个发型都可以让你暴富。现在的三阶段款款都是爆款的，每一期的模特剪完都太好看了，骗大家五王八蛋啊！需要截图的，那这个时候不需要去做刻意的去做，要保持这种发尾的基底，可以做一些些廓形，让我们的一个头发美感比例出来啊。我发现甩完侧分会更酷一点，有没有感觉？因为颅顶的比例会更高啊，这才是真正用结构去控制美感，而不是修来修去的，能听懂吧？啊，真正的做到这种点。明天不播了啊，然后我把课程最后讲一下，阿虎发个福袋，现在想要学习的扣个一，我给大家活动，跟刚刚的活动是一样的，阿虎打出来啊。好的，就是12天学完，从经典当代到风格设计，创造任何发型。广州、江苏、成都一直是9000多，现在拍完之后只要5780全包，能理解吗？大家向阳 SN 要学对吧？啊，就是点击小黄车有2个链接，就是3个阶段，而且我送你2000块钱工具，实际上就花了3000块钱学习所有的课程。你不学习注定要穷的，大家知道吗？但是要看清楚我是不是割韭菜的。就是这个笔记本就是500老定，拍完之后客服会服务你吃住行，跟刚刚的活动是一样的。跟刚刚的活动是一样的，不需要7980，只需要5780，而且一直可以学透为止。广州、江苏、成都都可以，然后你光屁股过来就可以了，我送了2000块钱工具。理解的扣理解，然后阿虎发个福袋。好。
十分钟最后我就下播了。现在有任何想学习的，想要好好的我们真人真心真感受的去交流的话，学习有顾虑的赶紧问出来，然后因为我马上就下了，好吗大家啊？对，这款头发最好是有气质飒一点的小姐姐剪，柔和类的剪摇摆圆，以后现场跟大家讲会没有这么硬啊。对于课程还有不懂的赶紧问，然后我给大家解释。就家们想要系统学习，然后不理解的伙伴的话可以扣出来哈。嗯，可以问出来啊，就是我给到大家这个活动，你是自愿被割的，说明你有眼光啊。这种头发到这个地方我是花过心思的，本来不准备播的，因为它比较容易追求难追比例，我今天晚上已经上牙剪了，我觉得上牙剪是一种耻辱，但是没办法还是上了，因为他的头和发量的比例。现在对于课程还有没有伙伴不清晰的，然后根基还可以送两个名额，就是你基础特别差的把经典 ABC 学完我全送给你，还可以带个人来学，听懂了没有？对于学习有顾虑的赶紧问啊！现在还有八分钟我就结束了，让模特休息一下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模特会比较的辛苦啊，比较辛苦。这个等一会儿呢，还是可以出一个很高级的片子的啊，还是可以出一个很高级的片子的。好，今天有问题的伙伴，他人比较高级，可以扣出来哈。然后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，因为大家现在都比较困难，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要去学习，但是选择学习很重要，能听懂吗？借钱都可以学习，跟我学习。你今天在国内应该没有什么人不认识我了，能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有些人我们一辈子都不会见面，对吧？啊，一定要把发型师技术做好，做这个行业不讲赚不赚钱，你不懂 ABC 去组合创造任何发型，这个行业白做了，有没有听明白？所以我没有骗大家，有的伙伴东北的直接去看我定一个底线来的，他说老师我就看你定一条底线，为什么那么稳，骗你小乌龟啊！现在对于客人不明白的赶紧问，还有七分钟啊，拍完之后只需要5780，就是小黄车有两个链接，苹果的就拍笔记本当老定的啊，然后安卓的就拍那个课程定金老定，只需要付5780。现在大家比较困难，5780什么时候来都可以，还可以分两次付，学会为止，学完之后就可以创造设计任何发型。对，能听懂吗大家？对，今天晚上就已经结束了啊，系统质感鲍勃轻欧美的这种风格，我尽可能兼容到痛点以及比例去做到很多点。现在对于学习哪些伙伴不明白的赶紧问，你现在还有260个人，有呼吸的打个一好吗？没呼吸我就下播了。我相信你看到现在老学员可以推荐一下要不要来学习一下，为什么不学习我就搞不明白啊。有问题的想要学习有顾虑的可以说出来，我帮你解决。你已经看到现在了，我有没有货，有没有美感，有没有真正的技术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对还不对啊？那为什么不学习啊？我们让模特做一下好不好啊？大家可以截个屏，截好了吧，我们坐一会儿啊，最后还有六分钟我就下播了啊。现在呢把课程打出来啊，阿虎根基我送两个啊，根基我送两个向阳癌生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，刚才又拍了两单啊，就是现在对于课程不理解的赶紧问，就是这个i980跳出来的我送两个人，你可以带两个人来免费学经典 ABC， 对，你可以连着可以分开，听懂了吗？这只是系统里面的九牛一毛，九牛一毛，我要骗大家是小乌龟啊。零基础就从头顶开始学，截一下屏可以吗？没截对吗？等一下啊，我先照个声，还有五分钟结束我给你截一下好不好啊。
现在对于课程不能理解的感觉，艾思文就是零基础的，从头顶这个学经典 ABC 慢慢的学，以后你会感谢我，然后再学123，一期没学透可以复训，广州校区在哪个区，谢谢。这个狼道发丝还没来，我还以为是老学员。大礼包2000块钱工具，光屁股过来就可以了。如果拍了工具的把工具退掉，我不是随便搞个东西，实际上就花了3000块钱学所有的东西。你要不学坚持到现在的，你也没得救了啊！因为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价值在网上已经卷到极致了，你应该也找不到这样的直播内容以及这样系统课程的价格，我说的啊。但有些人还更便宜，但是东西不一定有这么好，大家也可以选择，你要看一下人家直播能不能做到我这个点。广州在白云区，拍完之后客服会服务大家吃住行，最后4分钟我就下播了，有顾虑的赶紧问啊。后台呢还有4个人拍了没有付款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零基础大概要学多久，根据你自己的吸收，一次不行就复训一次，复训是免费的，要学透啊！我不能够保证你多久学会，我们会手把手教，你自己基础慢你就多学几次啊。老学员啊，底下都是老学员，对，老学员记得常回家看看，因为3阶段我说了，每次送你们回家，你来第3次学不到东西，这个学校就不值得，每年都可以来一来啊。怎么联系客服？阿虎找一下抖店客服。现在还有3分钟我就下播了啊。对，整个上亿都是我负责的，张泽全所有的技术都是我负责的，对的啊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啊。老学员在可以推荐我 smoking 一下啊。现在后台还有4个人不拍了没有付款，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，还有3分钟。如果你连500的定金都没有，那我也没办法帮你了，因为下播了就全部是7980，没有任何活动，好吗？希望理解一下。对，有问题的赶紧问，有顾虑的，其他的早点休息吧啊！我在 smoking 了。好好的学一下啊！无悔拍了吗？无悔在啊！我都会有点吃夜宵，要不然我晚上睡不着，熬夜熬习惯了。现在还有最后2分钟，对于课程不能理解的赶紧扣啊！连关注一下榜一和榜二叶老师，一起加油啊！羊都是老学员，也不需要看这些我的铁粉，因为我人脉都还可以，有可能他是托呢，你就看我剪的和讲的以及呈现的结果有没有美感，相信自己的独立思考。每个月拍完之后，现在拍完保留活动可以约到7月，本来是满的加开了，7月不来8月9月，以此类推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我们每个月都有，所以非常具备好约课。像这样的吃住行客服都会服务大家吃住行，苹果手机的就拍这个链接一是笔记本就可以了，安卓手机的就拍这个链，就拍这个课程链接，在链接按啊，还有最后1分钟半我就下播了啊，下播了就没了，下播了就不要拍了啊。还有1分钟好不好啊？对，学完就跟呼吸一样简单啊，就像这个杨讲是老学员啊，其实我也是发型师。有时候直播和我真人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直播有的时候要带节奏，有的时候要自嗨，像